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七人，已足法定人数。好，我们现在正式开会哈，请议事人员来宣读上次议会议事录，会议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4月13日星期三上午9:02至13:20，地点本院红楼301会议室，出席委员陈廷飞等12人，列席委员黄昭顺等26人。列席人员外交部部长林永乐及所属人员，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施慧芬，主任委员夏立言请假，法务部政务次长林辉煌及所属人员，部长罗英学请假，内政部警政署副署长陈家昌、署长陈国恩请假，主席将召集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邀请外交部部长、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法务部部长、内政部警政署署长报告国人于肯雅涉案却遭中国大陆强行遣送一案，政府应有之作为与检讨，并被质询。外交部部长林永乐、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施慧芬、法务部政务次长林辉煌报告，委员陈廷飞等14人质询，均由外交部部长林永乐及所属亚非司司长陈俊贤、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施慧芬、法务部政务次长林辉煌及所属国际及两岸法律司副司长戴宗立、内政部警政署副署长陈家昌等及其答复。决定一，登记质询在场委员均已发言完毕，报告及询答结束。二，委员所提口头及书面质询未及答复或要求提供之资讯，请相关单位于2周内以书面答复委员，并附之本委员会。委员另指定期限者，从其所定。三，委员徐志荣及吕孙玲等2人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临时提案二案：一，针对中国大陆破坏长期以来建立之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机制，4月8日、12日强行自肯雅带走我国45名国人一案，建请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做成决议如下：一、强烈谴责中国大陆严重违反人权保障、蛮横强行掳人之行为，破坏两岸互信，伤害台湾民众情感；二、要求政府必须立即派员赴大陆进行人道探视，掌握国人所在位置，确保其人身安全无虞；三、要求中国大陆尊重台湾司法主权，立即将遭关押之国人送回台湾，并且未来不得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提案人江启臣、刘世芳、王定宇、林长佐、罗志镇、马文君、蔡适应、吕玉玲、徐志荣、顾立雄、尤美女。决议照案通过。二、有鉴于法务部长罗英雪于上3月底访中后，随即发生中国政府强迫遣送由肯雅政府逮捕之45位我国国民至中国境内，对于此事，法务部竟以法庭便利原则，考量司法调查及审判成本为借口，未能成功向肯雅及中国依国民国籍管辖原则主张我国司法管辖权，要求将国人遣返回台。司法管辖权乃国家主权之重要构成条件，法务部应积极作为及主张，不应让此事件演变为等同于默认中国政府主张之一个中国原则，任由中国借此一事件侵害践踏我国主权尊严及国民权利。原此严厉要求法务部部长应积极主张司法管辖权，以避免严重损害国家主权尊严，弃我国国人于不顾，愧对政务官应担之政治责任。提案人刘世芳、蔡适应、林长佐、王定宇、罗志镇、尤美女、顾立雄。决议修正通过。宣读完毕。好，请问下各位对于上次的议事录有没有意见？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议事录确定。那请议事人员宣读讨论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讨论事项：一、审查行政院函送财团法人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书案；二、审查国防部函送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105年度预算书案。以上宣读。好，那我们来介绍与会的立委跟官员哈。那因为今天有演习的关系哈。那所以官员他们希望在12点以前可以结束今天所有的审查。那在我们的按照次序，就吕孙玲委员哈，还有林长佐委员。那我们今天代表国防部来列席的啊，我们的军备副部长郑德美上将，你好；还有空军副参谋总长柯文安中将；还有海军常务次长许培山中将；
好，谢谢。那其他依序的话，就在我们的列席单位。那同时，我们的部长因为今天要主持专案会议，所以由副部由军备副部长郑德美上将代理。那请国防部正副今天预算审查的委员哈，因为要配合十二点的关系啊，所以如果有提案的话，请在上午十时以前交我们的议事人员来做会诊。好，提案的部分。好，那我们现在请国防部正副部长就2015年财团法人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以及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主管预算收支部分做综合报告啊，请政务部长。谢谢。主席、敬爱的委员、各位先进，还有媒体的记者先生、小姐，大家早安，大家好。首先，个人要感恩，也感谢大院拨冗审查我们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以及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105年的预算。承蒙主席及各位委员先进长期以来对国防科技发展、国防工业的自主的指导跟支持，促使国防事务能够持续的精进。在此，个人仅代表国防部全体同仁表达由衷的敬意跟谢忱。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105年编列总收入达89,984,000元，业务总支出的89,478,000元，税后本期剩余506,000元。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105年度编列的总预算有的294,730,000元，业务总支出290,292,964,000元，税后本期剩余2,776,600,000元。详细所编列的预算情形，接续或分别在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以及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向各位委员先进做详细的报告，敬请指导并鼎力支持，必使相关的工作能够顺利的推动跟运作。以上报告，那么敬请各位委员指导，谢谢大家。财团法人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105年度预算专案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先进，感谢大院贵委员会安排本会就105年度预算提出专案报告，仅就105年度收支预算及工作计划依序报告如后：一、前言。1967年中美断交，为确保国家安全及建立国自主国防之需要，行政院依大院于1968年1月19日审议通过，呈奉总统令颁施行之国防工业发展基金建设置条例，于68年2月成立本会，以其运用国人自强爱国捐献与政府拨注之基金，致力于武器装备研制与提升国防科技水准，并达成国防自主目标。二、历年成效：一、研发重要武器装备，即研发装甲步兵战斗车、FIB 飞弹快艇、昆武反战车飞弹、IDF 高性能战机等重要武器装备等17项；二、建立国防工业生产能力，即建立250公里以下自由火箭发射系统、雷达系统及航空电子元件、武器弹药所需各种合金钢材之生产、高级合金精密锻件之生产等11项；三、引进国重要国防工业新科技，即引进磁控管及调片器制造技术、飞弹巡防舰设计技术、燃气涡轮机之设计与制造技术、组合药火箭马达之制造技术、高级合金精密与重型锻造技术等13项。四、积极培育延揽科技人才，以研究津贴奖助海外学人回国任教并参与国防科技研究，及资助设置国防工业奖学金，积极培育延揽科技人才，给予奖学金之博士与硕士研究生共计791人，对提升国防科技水准甚有注意。三、重要业务执行概况。本会于105年1设置条例规定召开董监事会，并依决议内容推展各项业务，仅就重要业务执行成效概述如后：一、基金管理。
本会期105年三月底止，累计净益约15亿7500余万元，总资产为77.7亿余万元。另依出纳会计事务查核结果，基金收支保管及核定及运用均按规定办理。委托研究，105年列管及执行22案委托研究计划，已核定经费约8366万元。另为提升业务推展成效，现已完成相关精进规划，将以合作委托方式，结合国军单位共同落实管考机制，并确保研究成果符合国防施政时需。三、国防工业奖学金，105年核定6件国内大学博士班学生提出国防工业奖学金的申请案，论文研究领域皆符合国军前瞻研究重点。依作业规定，奖助期限为2年，奖学金受领之博士论文将无偿提供国军科研单位运用。四、优惠贷款。为配合政府提振国内经济及鼓励业界厂商参与军品研制，本会持续以专案方式调降贷款利率2码，降息措施实施至今，厂商反应良好。104年受理申贷案件计4件，申贷金额约4586万元。四、105年度收支预算，本户105年度收支预算系依会务推展时需及遵节自用原则核实编列，办理情形概要如后：一、基金收入预计8998万4000元。二、基金支出预计8947万8000元。三、收支相抵后预期净益50万6000元。五、105年工作计划：一、办理生产与保修军品厂商优惠贷款（括弧一）依本会生产与保修军品厂商优惠贷款作业要点，由本会提拨准备金，以优惠利率贷予国内厂商，用以购置军品研发产制所需之专业机具及原物料（括弧二）。105年度维持贷放利率。降息2码措施及配合国防部军品市商作业扩大宣导，以加惠国防工业厂商。相关申贷案经本会初审通过后，已请合作金库银行办理后续核贷作业。二、办理委托研究及国防工业奖学金（括弧一）。为协助国军建军备战，本会每年提拨经费及依委托研究作业规定，将国军单位拟定研究议题，委请国内产官学研界进行研究，以增进国防事务研究能量，并置重点于符合国防部班中程施政计划及5年兵力整建计划之应用研究，以利研究成果能直接纳入施政运用。括弧二，依国防工业奖学金发给作业规定，奖学金受领人现为本国籍学生，且其博士论文研究领域需符合国军前瞻研究重点。105年规划研究博士生2至5元，每元每月10000元。后续所获博士论文及人才资料库将提供中科院等国军科研单位运用。括弧三，办理委托研究及国防工业奖学金，105度编列预算计8200万元。四，办理基金理财。括弧一，为活络基金运用及增加收入，将以本会董事会通过基金理财实施计划及秉持量入为出、稳健投资、风险控管原则办理。括弧二，现基金理财以银行定存、政府公债、普通公司债及金融债券等保守稳健型标的为主，并按月检视各标的之机会成本、利率水准及可运用资金的额度，以作为决策执行之依据。六、未来努力方向。一、委托研究，持续鼓励产官学研界参与国军委托研究计划，协助国军梗续推动国际国造、国建国造等国防自主项目。二、国防工业奖学金，为提高博士生申请诱因，现正研拟修订国防工业奖学金发给作业规定之奖学金金额，由每月10000元提升到20000元。三、配合国防自主及建立国防产业园区政策，与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研究加强合作，资助国内科研机构进行各项创新研发作业。四、持续配合政府提振国内经济及大院指导办理厂商优惠贷款，提振国防工业。七、结语，本会依据设置条例，以严谨之态度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政府自81年度起，基于未再拨注本会，唯为不负国人厚望于政策使命，以有限基金遵决运用，配合国际国造、国建国造等国防自主政策，倍力发挥基金最大效益。报告完毕，恭请指导。主席、各位委员先进，中科院依大院通过之设置条例，于103年四月十六日改制行政法人，并依大院104年一月23日会议决议，将本院预算送大院审查。本院105年预算系依预算法、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设置条例、行政院行政法人依法预算需送立法院之预算编制注意事项，并参照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编制作业手册，本具具体经实原则编成，仅将105年预算编列情形摘报如后：一、业务计划概况。
营运计划（括号一）科研计划，预计收入64亿2500余万元，投入成本64亿2500余万元（括号二）军种委托计划，预计收入209亿1200余万元，投入成本193亿7800余万元（括号三）科专计划，预计收入8亿5000余万元，投入成本8亿5000余万元（括号四）其他政府机关委托计划，预计收入1亿2100余万元，投入成本1亿1200余万元。括弧五，民间委托计划，预计收入6600余万元，投入成本6100余万元。二，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为配合业务需要，本年度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编列8亿8000余万元，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营运资金，主要用于购置生产及研发等装设备，完成后可提升本院之营运能量。二、政府机关核拨经费含捐补助，105年度经费预计81亿3600余万元，含军职及现职公务人员待遇、科专计划、科研计划等。三、预算编列情形：一、收支预算编列情形，本院105年度计编列各项业务收入293亿3000余万元。业务成本与费用291亿4000余万元，业外收入6900余万元，业外费用989万元，收支相抵后，计税前本期剩余2亿5000余万元。年度剩余编列情形：依所得税法编列营业事业所得税4200余万元，税后本期剩余2亿700余万元。三、财务概况分析：本院自105年底预计资产总资产203亿9000余万元，负债总额62亿9000余万元，净值141亿258万余元。结语：本院改制后增加营业税等营运负担，为提升营运绩效，将持续精实成本控制及提升资源使用的效能，并致力国防科技研发，拓展国防及军民通用技术，以达成本院改制的目的。祈请大院支持本院预算，逼力前述目标之达成。报告完毕，敬请各位委员先进指导支持。好，以上我们国防部的代表都依序报告完毕哈。那现在开始询答。那原例呢？本会的委员是6+2分钟，那非本会委员是4+2分钟。10点以前发言登记截止。那我们如果有需要的话，是10点半休息哈。那大家看状况。好，那我们先请第一位蔡适应蔡委员。主席早安齁，能不能邀请我们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负责人？请。我们委员长，我是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执行长陈正奇。好，陈正奇，执行长齁，执行长，我首先先询问一下齁，你是专任执行长还是兼任执行？兼任嘛，你的正职是什么？是国防部资源室室长。国防部什么？资源师师长。哦，资源师师长，所以您是兼任的，对？是。那您有副执行长吗？没有副执行长。所以你没有副。那你的国防工业基金会里面，我看到你的预算书里面有2位专任的同仁嘛？是。他们是做什么的？一个这个出纳，一个是会计。所以只有出纳跟会计是专任的。是专任是。那我看到有另外有兼职人员8位嘛，对不对？除了您之外，另外的7位兼职人员是哪7位？都是我们国防部的同仁兼任。你可不可以跟我讲名字？比方说，像我们这个法务代表啊，他是负责所谓我们设置条例已次啊，10种相关作业规定或办法的一些。你们有法务代表，对不对？还有嘞？有，另外还有我们其他的这个，比方说涉及国防工业自主的一些政策陈参。他原单位在哪边？原单位在我们司里面的国防这个科技处。好啊，第三位嘞？其他就是我们。我是督导兼秘书。督导兼秘书。你的原职是在？在资源师。哦，在资源师。那第四位嘞？第四位，你先讲一下。第四位是那个我们的顾问。就是行常务次长顾问。哦，常务次长兼顾问。是。好，也是兼职啊。第五位嘞？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一般行政的一个兼职，他原职在哪里？在资源师。那第六位嘞？第六位是主计局的一位财务督导官。第七位嘞？还有一位是那个谁？我看
二四六七个，总共是七位包委员。您不是写兼职人员八位吗？连专任是九位。嗯，还有一个董事长秘书，对。董事长秘书是专任还是兼任？就是、君子兼任，也是兼任。是，那再还缺一个啊。总共八个了，刚才给您报了八个。兼任八位嘛。专任、兼任八位。对啊，我说知道啊，你们报的预算书吧。好，我再问一下哈，你的董监事多少人？总共是十三位董事，监事三位。十三加三。对。十三加三。你把那个黄皮书拿过来。OK， 好。那再我想请教一下哈，我们按照目前的规定啊，我们的董监事啊，多久开一次会？我们分成这个定期的开会跟临时的开会。好，定期多久开一次会？定期半年，半年开一次。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哈，这个我们的董事的支领是支领出席费还是支领月费？没有，他就是出席费跟车马费。出席费跟车马费嘛。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依照行政的规定是。我想请教一下哈，那根据你们了解，董监事一次出席费多少钱？每月是8000块。如果说部外单位，如果说是公务单位以外是1万块。好，所以部外单位啊，说一年开两次会嘛，对不对？是。所以一个人领16000块，如果两次都来参加的话，领16000块。是这样子吗？那为什么你们的预算书啊，你们有被纠正这件事情你们的预算书怎么写的？来，你们的参考表里面啊，写到说每月兼职每本会每人每月8000元。那你一年开两次会啊？啊，你只会写每人每月8000元。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兼任人员因为他执行会务或其他的这个基金理财或者其他委托研究的这些案子，他并不是说他只有在开会的时间。我了解啊，一年他都在。你讲的是兼任人员嘛？员我讲的是车本会公职董监事车马费。是。你这边写法是每人每月8000元。是。那你一年开两次会啊？我跟委员报告，你另外的十次是怎么领的？因为我们在测试条例里面有讲到，我有刚才也跟您报告，就有定期开会，有不定期开会。好，那你不定期多久开一次会？不定期的话就看，比方说现在假设国际国造这个部分有必要，大家有一个。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你去年度总共开了不定期的董事会，开了几次？总共不定期的开了十次。开了十次，有确定吗？好，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们去年啊，国防工业的这个预算啊，什么时候送到国防部的？基金会105年的预算，是在年底吧？预算送到国防。105年的预算，我们是在104年底送的。在104年，本来规定是104年6月送嘛，所以你们在104年6月30号函报国防部嘛，没错嘛。对。那你们104年的几月开董事会确认105年的预算案啊？我们是8月份。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汉光演习的关系，汉光演习的关系啊，你每个月不都开会吗？不是，我跟委员报告哈，这个董事会是六月跟在年度结束之前一年开两次，是啊，没错啊。会，那么至于说其他所谓不定期的部分啊，当然有些董事，比方说有这个审查案或者怎么样，那他会来；不没有审查案的话，他就没有来。我当然晓得，可你说你开了十次的临时董事会啦。我们每一个月，我们自己基金会的这些兼任人员跟专任人员都会针对会务的状况，每个月都会。执行长，你是不是误会我讲的意思了？我现在讲的是董监事，你的会务人员当然每个月领车马费，这个我没有意见，你每月都在办理基金会的事项嘛。我问你的是董监事的车马费，你告诉我说董监事一年开两次，但是开了十次的临时会，对不对？你的十次临时会里面，为什么你们没有按照法定的规定事项？在104年6月30号报国防部之前，你在104年的5月、4月、3月都可以召开预算案啊，你为什么会开到104年的8月才开董事会嘞？那你104年的7月、104年的6月的董事会，你开会的时候在做什么事情？是，谢委员的指导，我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我们概定就是定期的是不是6月跟12月开，没有错。但是6月份这次是因为汉光的关系。对啊，那7月嘞？你7月也有开啊，不是吗？我们7月份只有请董事来开座谈，并没有开正式的董事。那你7月份董事会座谈会，座谈会是干嘛的？就是审查我们，比方说委托研究案的那些22个案里面的那些内容，然后请这些学者专家来做审查。你们真的很会讲，你们重要的事情
这个按照法定规定，你们在六月份就必须要送，那不能啊？如果假设你们八月份送的案子，董事会有意见的话怎么办？再重新发个文给国防部吗？这个部分我们时间的掌握，还是你认为说董事会其实没有意义？有意义，当然有意义。有意义，你们做的事情是没意义的事情、这个部分我们会尽量把它以后会把它。然后我想问一下哦，你每个董事啊，总共十二加三嘛，对不对？是不是？是。大家都有来开会吗？有没有缺席的？有的委员因为公忙没有，好啊，这些钱怎么领了？是，那钱也没领。这些钱怎么领了？有没有领？有。有领？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还是有审查书。因为他可以不出席、不签到。那委员的这个质询是说，希望他每个月比方说每半年开会，他人到才能领。但是我刚才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我们在这一到六月或者是七到十二月的过程里面，我们所有的委托案或者是跟国防工业发展有关的这些就是跟基金会有关的这些事态，其实委员都有参与意见。所以说我们在咨询的过程里面，倒并不是一定用这个所谓到会的这样一个情况。我想再确认一下，什么叫做董监事啊？是，我了解。委员长，你讲这个我听了就觉得听不下去了。什么叫董监事啊？董监事就是固定我开会，董监事到现场决议通过不通过嘛。那这些人没有去参与开会，你让他领董监事的出席费，这叫做伪造文书。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吧？我举例来讲，全台湾啊，派驻到各个单位的董监事不是只有贵部而已啊，是包括财政部啦、退辅会啦等等都有啊。那我们那些派驻到董监事开会之后，董监事会议如果没有去开会的话，就是缺席。缺席就不放。当然就是缺席啊。那你缺席怎么还可以领车马费嘞？然后因为时间快到了哈，来，我怕的是再两句话就好。这里有一个哈，国防工业基金会150的预算中心提的内容，写了一大堆你们的缺失啊。好，然后另外我刚才没有找国防那个中山科学研究院哦，中山科学研究院的在这个立法院预算中心里面提的第七项啊，他说我们立法院曾经做过决议要求减列公关费啊。但是你们送来我们这个今天的审查预算里面，仍然把这样的一个公共关系费没有照我们的要求减列，好、哦，所以我这个部分等一下我会提案要求删除。好，以上谢谢。好，谢谢委员，哎，谢谢。那我们请吕孙林委员来带，谢谢。好，下一位请刘世芳委员上台，谢谢。好，谢谢主席。我想请我们的郑德美副部长，还有战规司的代司长，整合评估司的司长，国防采购室的代主任，还有作战计划参谋次长室的周中将，还有空军司令部的参谋长。好，好，谢谢。请被点名的官员上台备询，谢谢。谢谢正副部长，我首先先问您一下，今年二月到三月的时候，我们的高部长啊，在立法院里面有回答，有关于我们空军呢，原来想要在2017年到2022年采购66架高级教练机，这样的计划是不是已经有改变？是不是请副部长连？有关于国防自主、国机国造。国建国造是我们国防部一贯的政策，我知道，我是说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意思就是还是继续采购，继续采购，还是又有部分要移回到由我们的国家的相关其他的工业来帮忙。是，特别跟委员报告，那是整体评估性的问题。这个我请空军啊，就这个部分。好，那副部长你请回座。我想你刚刚的回应哈是有点状况外。第一个有关空军高教机的部分，高部长在立法院回应的时候已经是说要朝着我们国防自主产业的地方发展，但是我刚刚问你是采购，你说还仍然维持采购，我想你需要再做点功课好吗？好，你请回座休息，谢谢。好，来，那个你要回答之前先看一下汉翔公司呢，在104年10月的时候有提到有关市场概况，他提到
台湾70%的现役军机即将在未来十年陆续换装或是性能提升，譬如说 F5 战斗机以及 AT3 的高级教练机服役已经达30年，空军规划在2017到2022年的时候斥资新台币690亿元采购66架高级教练机。来，请问你给我回答一下，中将，你给我回答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有没有需要改变？莫委员，这个有关于我们说的采购计划，现在仍然在这个计划作业阶段。那我们目前还没有招标，那我们的招标文件、作序文件是已经做完了。那现在目前汉翔所做的说明呢，事实上在我们，也就是这个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在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做了一次招商的说明，我们把招商的说明呢，也跟这个所有的厂家做了一个规格。会不会改变？104年到现在，还有包括我们，因为我们的那个总统已经也要做其他的交接，有没有改变？报员继续要采购吗？不需要，我们是国际不需要采购，国际国造就是我们政策。要不要配合国际国造？当然配合国际国造。所以104年汉翔的法说会是不是需要改变？法说会的内容就是我们的规格，但是我们采购计划仍然在走。那采购计划仍然在走，有没有需要转弯？不需要转弯，完全不需要转弯。我们就是国际国造政策没有改变。国际国造跟采购政策这两个没有矛盾吗？没有矛盾，完全没有矛盾，完全没有矛盾。好，那再来，我再继续请教一下，来。这是贵国防部委托兰德公司所做的4个选项，我想你们都完全知道。好，这四个选项包括我们台湾的这些空防也好，或是以空军为主。第一个四个选项，第一个叫维持现况，第二个是保留 F16 机队，汰除 IDF 跟幻象2000，第三个是汰除现有全部战机，购置57架 F35B 垂直起降战机，第四个是保留50架升级的 F16 战机，大力投资防空飞弹系统，包括增设13个爱国者飞弹连，并且设立40个防空排。那在上一次呢，国防部有派代表来的时候说，这个计划呢是国防部委托兰德来做报告的。我想请教一下，鲍委员，因为我们这个报告哈，我这样讲，因为是我们整批事业管哈，我空军做一个初步报告，这不是我们空军委托的。那我应该问谁？战规司。战规司。整评司。整评司。好，来，战规司。整评司。好，先整评司来，请坐一下。鲍委员，这个是美国国防部委托兰德公司做的。美国国防部上一次我们以空军为主的哪一位中将来报告的时候，说是我们有啊，应该是永上次是陈副部长来的，对，陈永康，他不是说这是我们自己国防部出资的吗？他上次有讲说是这是美国国防部委托兰德，是美国国防部对我们这么好，委托兰德帮台湾做这个。是计划评估，他不只是有针对台湾，他针对很多国家，他都有委托。东南亚国家都有。好，那这4项选项里面，我们在内部一定有做。如果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料，当然还不一定做成决策。那你整评师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报告？鲍委员，上次陈副部长也讲得很清楚，他的这个各种的作战想定呢，其实跟我们防卫作战的构想是不一样的。那有关于他考量出来做的这个建议。我们仅供参考。仅供参考是。那仅供参考这四个选项里面，如果我把它跟刚刚我在询问我们副部长，或是询问我们副参谋总长的状况合在一起看，我们的高教机到底有没有可能维持我们现在所想的方向，就是国防自主产业的方向，而不是完全按照美国的想定，全部要跟他做采购，100%采购。这个我要问谁？是整评师呢，还是战规师？委员好，我是战规司代理司长。代司长是，请是。基本上我们所有的采购，我们或是我们的国防自主化，都是按照我们的国防法22条。你不要跟我讲法条，法条的话不用你来这边处理。我现在处理的两个，第一个汉翔现在出去的法说会的简报，我们仍然维持690亿元要采购66架高教机。第二个就是兰德的报告里面有4个选项，这四个选项跟我们要采购这个高教机里面到底有没有任何关联，还是一点关联都没有，还是 不相容，还是相容？没有关联，没有关联。战机是我国防自主，无论怎么样维持现况一定是我们现在的底线嘛。对。那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如果要往上的话，这里面还特别提到第二项的选项的时候是要汰除 IDF 跟幻象2000哦。国防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大的转变，谁可以最后做决定？
是我们的战规司、我们的整评司，还是我们的参谋总长，还是我们的副部长或者是部长，谁可以做最后的想定，然后再做最后的结论？因为现在520即将有新的总统，新的总统呢已经提示出来，我们要走国防自主产业。这国防自主产业不是我只刚刚提到的高级教练机，还包括我们设置在高级教练机相当多，包括飞弹系统等等这些。如果我们现在空军或者是我们的国防部没有办法做一个整体的报告，报告给总统或是报告给行政院了解的话，请问我们怎么走国防自主产业？我们怎么要求中山科学院，我们怎么要求国防的这个相关的基金会来投入这样子的研发计划，投入这样子的能量？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国防部要的是什么？委员讲对的，国防自主没有改变。美国国防部做这个研究报告，我们参考，感谢。但是我们当然是参考啊，但是这有四项想定啊，这有四项的建议啊，这四项建议你们全部都做参考，就谢谢指教。不是，我们符合我们自己的防卫需求，我们来做我们的所有的做计划。所以这样子啊？对，我们参考，但是国防部、美国国防部他帮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做，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提供我们参考。你们都不敢讲了，好，来，谢谢。那我再请副部长来，请副部长。副部长，您刚刚听到了，您的这个官管啊，主管的这个属下提到这个部分，我再问一次，现在有关于66架高级教练机，我们的采购计划有没有改变？如果有要修正的话，要怎么样朝着国防自主产业方向发展？国防自主就是我们一贯政策，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请你国防自主产业从我们中山科学院开始设置到现在已经好几十年了，我们的国防自主产业现在是要到整机，而不是属于我们每个零附件、零组件的部分。那现在这个方向的话，请问我们的副部长，我们开始朝这方面开始做规划，或者开始做修正，要求汉翔可能要在未来的采购计划里面做修正了吗？这个我们都会在我们的规划范围之内，特别跟委员报告。什么时候可以做改变？没有改变，我们从来立场就是一致性，没有任何改变。好，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那我们高教机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所说的2017到2022年斥资690亿元，那请问一下，2022年的时候，我们的66架高教机可以如期完成吗？这个要看汉翔，它整体规划的。汉翔现在能力不够，不完全够，不能说完全不够，不完全够。是有关国防工业部分，也不牵涉到任何一个单位。我们需要的是我们行政院所属的各部会。大家整合所有的能力来一起支持这样的。你讲到重点了，如果所有的高教机要走国防自主产业方向的话，不能只依赖国防部或只依赖中山科学院，没错没错，或是我们的国防发展基金，而是要提升到行政院，包括科技部还有经济部都要全部投入。是。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整合，最后的使用单位还是在国防部。是。所以国防部必须要跟相关的这些单位，包括怎么样把民间的资源能够把它拉到我们的国防部内来，非常的重要，好吗？好，谢谢委员，请继续加油，就这样做，谢谢您。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那我们下一位，请王定宇王委员。谢谢主席。麻烦我们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执行长陈执行长，还有中科院院长张中将。委员好。委员好。两位好。我们刚才我们的同事有问到有关我们这两个单位董监事这个薪资酬金的问题哈。本席要先请问一个问题，我在看你们的预算书里面哈，上面这个是中科院的，中科院的预算书里面第28页，你们董监事薪金这一格为什么空白？赶快，时间有限哈，为什么空白？你们在隐匿预算吗？没有，事实上你们在隐匿预算呢、啊，为什么空白？
有没有答案？中科院。是五百八吗？580是56000元，预算金额在这边是空白的，你给我们的资料是空白的。然后我这边还有一份，我们在那边跟你要求要到的资料是编2016000元呢，你这边又变500多万呢，你们在编什么预算？中科院的董监事薪金到底多少钱？为什么要藏起来？报告，我们没有藏起来，我们的兼职费是8000元，空白的嘛。我们马上查一下，预算书在这里啊。我们马上查一下。我问过你们里面的人啊，没有啊，没有答案啊。而且现在给我的数字跟你刚才讲出来500多万，你现在在立法院答询哦。是，数字又不一样，多了一倍。报告委员，我马上把它查清楚。我们的兼职费是8000元，我给你看兼职费，你参考一下你隔壁哈。是，我们的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执行长站在你旁边了，人家编列的这个薪资报酬里面，针对董监事的。还写根据什么条文？虽然我大概告诉他根据错了哈，根据什么怎么样编列最高8000等等，他还有根据一个军公教人员兼职办法去编列，写出了预算原额是，你们全部空白是，然后藏了500多万在手上，回到我这边的文字，这是你们给我的说明，200多万。包委员，我马上给他查清楚，让跟委员正式回应。好，我们这边的规定跟他一样，我们也是根据的军工教育。对，你们规定一样，长出来的小孩都不一样嘛。是，我们把他查清楚。你们生出来的文书都不一样啊。是。我这边要就教两位哈。是。所盖为何空白？空白金额多少哈？你隐匿董监事的薪资预算，我还在等一个答案以外，有关编列，事实上编列的办法哈，刚才我听到应该是执行长这边回答。说，因为他们虽然没有来开会，然后来咨询、提供意见，还是可以领，因为他有提供意见嘛。刚才陈执行长这样回答嘛？是，他有审查参与者。这样回答很危险的，这样回答是违法的。是，委员报委员，我这个部分哈，我刚才只是做这样的说明。不，你讲错了，你跟着你该讲错了。我们会做必要的。事实上，这个办法字很小哈。是，我们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中科院董监事开会及其。薪资筹集相关规定，这是一个军公教人员兼职费及讲座费，讲座的终点费支领规定，我们都有规定哦。这规定里面讲什么，你知道吗？这规定里面讲第一个，非开会性质的兼职，检任官每个月最多不得超过3000，兼任官不得超过2500，委任官不可以超过2000。第二类。以开会为目的 的薪资筹集，第一句话就告诉你要根据实际出席比率计发之。你刚才应答说，哎呀，他虽然没有来开会，我的资料给了他，他也是提供了他的脑力哈，提供他的咨询，所以该给他，违法，你违反你们自己的规定啊，要根据出席啊。所以本校问你，你们的董监事开会都有出席的签到表吧？都有嘛？然后请领这些相关费用，应该也有请领款项，不管是拨款或者是签收领据都有吧？都按规定。那你这两样送来我们委员会啊？谁没有开会还领这笔钱？谁都没有来开会，你们半年开一次，没有来开会还照常领这些出席费，我要把名字查出来。第二个，事实上你们这样领也错了，我们在同样的规定里面有规定哦。当你兼职是以开会为性质的时候，每次开会最高2000元。然后呢，你如果兼了好几个，我兼了中科院，我也兼了国防发展基金会，我也兼了好几个，兼了2个以上，每月最高不得超过16000。然后呢，另外呢，常董常兼好，就是说支领一个兼单纯支领一个兼职费，每月呢超过8000块以上的部分是要缴库的。所以根据这种种的办法，我可以跟你们讲，你们现在这两个单位发给董监事的酬金，根据你们的答询跟资料，预算书隐匿，支领的办法没有根据，没有根据你们自己定的办法，这叫违法乱纪啊！我这样讲对不对？鲍委员，那个我刚查了哈，我们在105年以前，我们就有转型才2年啊，我们是编在正式原额薪资里面，是编在这个项目里面。但是我们下董监事薪金也摆在正式原额里面，对吗？正式原额薪资里面，你这边好，
你回去翻一下你们送来的预算书28页、啊，董监事薪金印得清清楚，旁后面是空白、啊，一个字都没有啊，说明也没有，金额也没有啊。是，不，我们现在编的已经改过来了，我们现在106年要送的大院的就把它单独列一项，所以本席会我们刚才已经联署提案哈。你们董监事这个，我根据你们过去开会实际上支领的部分，我给你们留着，其余的我给你们删除，这不会影响运作吧？不然你讲有影响，我还是删掉了，所以你就讲没有就好了啦。哦，你乱编一通嘛！我现在在两分钟的时间哦，两位先请回哈。有关我们高教机，刚才我们招委在关心这个事情哈，我请教我们副部长。这个我们在采购高教机有一个问题哈，现在我们设定的时间是2017开始进行嘛，那目前因为 AT3 跟 F51 跟 F5F 它的效能大概到2019，其实是让人家担心的，这个时间没有问题，我这样讲对不对？是的。OK， 那所以衔接期只有2年，所以如果 F51 跟 F5F他们的效能将持续递减，我们高教机的66架补充上来的时间稍微延迟了，我们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空隙在那个地方？委员提到非常关键的因素，如果是这一次，我们会做相关的配套措施，比如说延寿啊，或者是局部性的改善，让这个教机能够在安全的范围运作。这个请您放心，安全是第一啊。对，训练妥善率那个是第二啊。是，可是你们现在的时间里面。看起来时间非常紧迫，几乎没有延迟犯错的空间，所以本席这边请问你们，我们新不管是国造采购下订单下给国我们台湾的厂商就国造了，国造的高教机跟我们现有老旧的 F51F 衔接上会不会出现空窗期？是，这不会的。你觉得不会？我们在作业的提成当中，这些风险呢、啊，我们都有考量到。现在 F1F 它妥善率多少？那空军帮我回答一下。委员，我们现在目前呢、啊，我们 F1F 啊，目前来讲，在台东的妥善率啊，事实上都维持基本训练，大概我们现在平常都维持24架到34架，能够维持学官的训练。百分比是多少？百分比大概是65左右。65左右。是是。那逐年会不会往下掉？跟委员报告，飞机的现在受期管理啊，它是一个沿用计划。嗯，所以你今天如果说你今天到那个受期了，我必须要用沿用计划来加强，就是好比说零附件的筹补，或者一次性的它的所有的飞机结构。这细节我们知道，是问题是你已经用了很多次了。没有错，这 F15F 它事实上已经延寿再延寿，已经变成是它已经用了全世界最长寿的了，已经用了40年，我们都有备用的方案。如果说他今天到了一个受期管理，就说他如果说没有消息上没有了，那我们这个飞机当时停摆，但目前没有出现这个状况。最重要我还是要问，这是牵涉我们不管是受训人的安全，我们训练的效能哈，高教机现在发生任何的延迟的时候，对你手上掌握的兵力，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受训啊各方面的那个空窗期会不会产生？包委员，目前来讲有没有那个隐忧了？我跟委员报告哈，我们空军在过去的时候，三型主力战机在换装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淘汰 F100 和 F104 的时候，我们曾经遭遇过所谓的委员讲的空窗期。当然，我们现在时程是2年的期程，不两，因为两年你我都知道，这两年很容易，所以很容易延迟啊。所以跟委员报告，事实上我们空军在这个期程上来讲，有很多的因应方案，好比说沿用计划，好比说我们的受期管理的模组重新改变。这都是我们在当年100或104的时候那个产生空窗啊，是你们当年也有一些计划，当然那事实上对空军战力是有问题的，而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高教机的采购或研发，事实上在时间上那两年产生的衔接不上是极有可能发生。包委员，有可能发生，但是我们都会去克服，所以面对这个空窗期你们有准备了？我们有准备，没有问题。所以你们的评估里面是有包括空窗期吗？是的，没有问题。是，好，我们再继续关心这个议题。是，谢谢委员。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再来请江启臣江委员。好，谢谢主席。请我们的
副部长啊，以及我们国防工业基金的执行长，是不是？委员你好，好，有没有？啊，我先请教一下哈，两位，请问国防工业发展基金成立的目的是什么？我请执行长跟您报告一下。报委员，国防工业基金会成立的目的啊，就是要提高这个国防自主的这个能力，提高国防自主，让国防工业的生产能够在国内。扎根。好，我们来看一下了，基本上这个你们的设置条例写得非常清楚嘛，你可以看一下哈。第一个，有关国防科技的研究跟发展的支出，有关引进国防跟相关工业等等新技术的支出，有关配合国防需要建立扩大生产国防防卫这个武器能力，还有发展这个投资啊贷款等等的支出，还有有关什么所需高级人才培育延展支出，还有一些设计方面的支出。那我想请问一下，请问去年这个基金做了什么事？跟委员报告。那么去年啊，我们做了我们几个大类的方向。第一个是你的报告写得很清楚了，我想我们也不用浪费时间啊。你的报告，基金管理、委托研究、国防工业奖学金跟优惠贷款，是。请问这些事情需要一个基金来做吗？还是这些事情国防部自己做就可以了？我跟委员报告，事实上，从68年设置条例通过了以后，我们基金会成立的部分，那是68年啊，现在是民国105年。我知道，但是就是说从设置条例通过一直到现在，69年到80年期间，事实上我们国防自主的这个所谓大型的工作计划，包含 IDF 战机的研制，其实都是有很多工作在这个基金会里面。那为什么这一两年都没什么工作？这一两年，我想，因为第一个是大型的这个国防工业发展的这个目标，武器装备来讲，这个可能我们受限于国内相关科技自主科技能力的一个状况，所以还是因为说之前达政案发生以后，这跟达政案没有完全的关系，这个部分就有一点害怕，然后担心，所以干脆就只做一些奖学金的发放，然后优惠贷款，然后一些小型的委托研究。因为你这个基金有15亿嘛，总资产有77亿嘛，是，老实讲不小了，是不小，是应该做一些大事，是。但是如果这个基金，依目前我们所看到你在做的事情，什么工业奖学金啊、优惠贷款啊，老实讲不太需要一个这么庞大的基金来做啦、哦、那我不晓得未来，除非你未来有规划，你今年，我看你今年的工作报告今年也没有啊，今年105年你们也没有打算要做什么伟大的事情、啊、有跟委员报告，我们在事实上从103、104年有关潜舰国造的部分，我们就已经透过，所以潜舰国造从这里面委托去，从103年就已经开始制作，做什么事情？就是做比方说核心技术的一个探访。那为什么这里面都没有写？有在我们那个待会我把那个详细的这个啊，这里面根本没有写到里面委托潜舰，因为我们这边是讲大项，并没有讲到说那个，但是22项的，既然报告就要报告清楚，否则我们要把预算砍掉、欸。不，跟委员报告。我们事实上从103、104到今年，有关潜舰国造部分都有编列预算去支援他去做所谓建造设计的这个建造设计部分的委托吗？就是研究委托，然后研究委托技术能够从哪时候开始？103年。103年，可是既然已经委托这么久了，可是你在104年报告也没有提啊。有啊，我们在决算的部分，比方说这个，你决算的时候啊，预算不用提吗？预算要跟委员报告，你不能等到你钱花完了才叫我来监督审查、啊、那这是更人家更担心说变成国防部的小金库了、哦、其实我在这里本席要提出来，就如果说基金有它应该要存在的目的，我们赞成，是，但是你必须告诉我你存在做了什么事情，是。那我们最担心的就是第一个，大笔的透过这个基金然后去逃避监督、哦，然后让我们监督到都是一些小不拉几的事情，根本像什么工业奖学金啊、优惠贷款，我们去监督那个没有意义，而且那些也不需要基金来做，你国防部就可以做啊，国防部本身也可以做，不需要透过基金嘛。所以再来讲，我为什么问你说，第一个，当初成立这个基金的目的是什么？你必须照这个目的来做你该做的事嘛。
好，这种只要是在透明监督底下，都不用心虚啦，该做的事就做。我跟委员报告，事实上在历年哈，我们比方说重要武器装备的发展，哎，还有这个所谓建立国防工业生产的能力，或者是引进重要国防工业的科技，可是执行长，如果不是我们问，这资料都没有给我们。我们报委员，我们每一年都要把、这个、都是在决算的时候，都一定要都是在决算的时候。那预算的时候没有。而且我们是立法院的决议哈，我们要接受立法院的审、哎、对啦、这个、监督。但是今天你来做的这一个预算的专案报告哈，你只这样少少的就给我们几页哈，副部长，这个是如果这个是一个15亿的基金的报告，你叫我怎么审查？非常感谢委员的指导，我们要跟进、哦。这个是不是太不详细了？我们完全看不到细目嘛，除非有非常非常机密的，那你可以用秘密会议来处理，没有关系。可是如果这样子要来交代说，哎、欸，我这个基金近亿，累积15亿，总资产77亿，坦白讲，我还真的不知道到底里面做了什么事情。啊、哦，所以这个我要求改善。我要求改善，因为这样子我没有办法审查了。那我已经提到了，我们非常担心这种基金变成是部会的小金库，然后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我们也监督不到，然后给我们看到的可能都是做一些小事情的部分了、啊。绝对不是小金库、哦，因为它是非常透明的一个机制，审监单位包含立法委员都可以完全的透明公开的，这特别跟委员报告。那我要求你们提供更详细的资料。好、哦，给本委员会的委员是，好不好啊、哦？再过来，我请教一下副部长啊、哦，我们的中科院现在的董事长是谁？是我们国防部部长高先生。啊、哦，那他现在中科院，请问是不是一个行政法人？他是一个行政法人，是一个行政法人。那你认不认为这个有球员兼裁判的问题？完全没有，完全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运作的机制、因为国防部部长负责整个国防的一个政策，当然要跟国防科技相结合在一起。好，那我再请教副部长啊、哦，请问部长兼董事长，他的角色是领导还是监督？是原则上领导为，是原则上领导，有其他的机制来做完整的监督。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很奇怪啊、哦，因为。你们自己的规范里面说是国防部在监督中科院哦，没有错，我对不对？有那你又说他是领导，然后他是监督，所以在他的角色某种程度上就会让人家认为那是球员兼裁判了、啊，因为他授权给可以监督的单位来监督，那他作为一个整体的负责人，那谁可以监督部长？哎，是谁？国防部里面谁可以监督部长？我跟你报告一下，这个董事监会啊，不单单是我们军事人员。还包含了非常是监事会吗？由监事会来监督、啊，是不是？还有，他这个预审核预算有委外单门的单位来监督这个预算。副部长，你讲到这个，我再讲一下中科院的预算了、啊。是他的预算105年营运项目当中，哈、哦，军总委托预算119算占209亿，换还有科学研究预算啊占64亿，科技专案占8亿，我这样加总起来。96.31% 的经费收入来自于政府，其实都是来自于国防部啦。他的民间委托非常少，而且做得非常差，好、哦，服务也不好，啊、哦，这个我有一些案例啦，我今天不讲。但我要讲的是，96%经费来自于国防部，你们自己的部长担任董事长，然后你要告诉我说，国防部可以监督中科院，老实讲，我不晓得这中间的监督关系是什么。还是说纯粹其实只是要领导他？那如果只是要领导他，坦白讲，中科院没有必要行政法人化，中科院直接纳归到国防部底下，这样子的话，反而整个中科院在国防部的指导底下接受整个立法机关的监督了。好，否则这个美其名说，哎，国防部来监督中科院，但实际上他又是董事长。然后经费又来自于国防部，这个中间的关系实际上很复杂啦，而且外界也看不清楚。我请啊，中科院院长详细的部分呢、啊，跟您做一个报告，对吧？你不觉得这中间很大的漏洞吗？报告这个行政法人啊，部长兼任董事长，其实不是只有中科院，其他的也有。这执行上面是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董事会里面啊，几乎一半的是外部董事，另外还有
监事也不是我们中，也不是国军的，是由行政院这边遴选出来的，所以这个监督的机制事实上是一个开放式的。另外就是行政法人不是在关键那其实监督到现在，我问一个，其实行政法人化最大目的是要松绑，是而且让他跟民间的互动更多，对不对？是。可是搞了这么多年他接受民间委托只占3.69%的经费。报告委员，你讲的那是狭义的，而且几千万而已。是，但是跟委员报告，我们的预算跟民间的，我们像我们的委置案200多亿预算，我们每一年对国内的采购大概有150亿。可是这里面的这个报告都你们写的啊。是啊，但是你要了解到，就是说我们那你那部分应该特别 highlight 出来说，你们跟民间的互动以及跟民间之间的合作，对，或者军民两用之间的合作，你们到底花了多少经费嘛？这里面都看不出来啊。鲍委员，我们中科院在做这个科技研发开发出来的东西在量产的时候，那为什么主力是在民间？那个你们的服务老是会受到民间的诟病啊？没有诟病，比如说给你们做一些测试啊，合作的时候有时候都被刁难，甚至呢延了好几次，延了好久都做不出来，那个报告还不能解约。鲍委员，这个不是刁难，就是因为加入国防产业，国防产业不是口号，它里面的规格非常的高，所以要加入国防产业都要经过一番的训练。没有，我讲的只是一些测试，一些材料的测试啦，就是材料，其实原材料决定了未来成品的品质，这方面我们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民间也因为这样子提升它能量。放那个我刚刚讲那几份资料给我们好不好？是是是。好，谢谢委员指导，谢谢，谢谢。我们再下来请罗志正罗委员。主席，可不可以请中科院院长？好，请中科院院长，张院长。委员好，院长早。院长先问一下，如果我把国防工业发展基金撤掉，并到你们中科院，会不会做得更好？我到你们发展委员会里面，可能是这个，我觉得分开来会可能这样子，会有个你不敢收噻？我把这么多钱移到里面去，你不敢收是不是？我想他在那边的话，运作的范畴会更广，对，对于其他民间大学的接触。我把这么多资源要给你，你不要？不敢要，还是不敢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把它运作得更好？能力我们有，我们有运作基金的能力了，没有错。但是就这个宏观来看有一个单独的一个机构。好了，你不敢收，我不敢要求你要了。本来要把资源给你，你不要嘛，对不对？我们看一下，中科院现在在103年4月改制为行政法人，对不对？是。也是在你院长任内。是。有什么差别？非常大的差别。什么差别？告诉我。光。我们在人事禁用上，像我到目前为止禁了大概1400多人，增加了嘛？增加了，对不对？增加了，尤其是我们这两年大量的离退，因为我们人员老化，常年没有禁。如果在没有转型的话，这个人员的禁用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对，第二就是在我们的采购的制度上面来讲，我们以前的是比较制度化的一个方式，我们现在是用供应链的方式，对于下游厂，刚刚讲过，像我们上下游的这些厂商的管理，我们非常的严格。好，我们行政法人目的就是让你有更多的效率，有弹性。是，那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创造更多的绩效出来，是，对不对？是，对整个经济发展也能带动，是，对国防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是，所以弹性跟效率只是做法。对，松绑，对，目的是为了创造更多的所谓的国防的自主。是。我们看看，先谈组织面，因为给你更多的弹性嘛。根据你们组织章程里面，财务处应该放在你们管理中心嘛？怎么还继续放在营运中心呢？我们你们自己的预算书上面这样画的图啊？是是是，我们有一个营运中心管理中心，那财务处现在我们是摆在这个营运中心下面。为什么？可是你们组织章程写的说应该放在管理中心呢？组织章程里面。我们准备要修，准备要修嘛，对不对？是。既然实际运作上你们觉得有必要，那就放在营运中心，我没意见。但是如果不是嘛，那显然就是要组织上层要修嘛，要修。好，不要照旧，好吧？因为已经给你们更多的弹性，可以做组织的调整了哈。是。好，我们谈预算结构好了，让你更多的弹性是希望一方面能够自主啦，或者说更多的这个开源节流的做法。可是我们看你的预算明年增加，可是你的自筹的比例跟上一年度比起来减少了8%，可不可以说明一下为什么？
这个百分比啊，有时候常常会因为这个金额跟它的任务特性来做变化。我们主要的任务啊，我们中科院为什么要变成行政法人部长要兼董事长？其实主要的任务是让我们还是要支持国军的。我知道，我现在只是问说为什么自筹比例会下降，所以只要给我原因就好。我们自筹比例啊，是我们要第一个任务的特性，我们先要满足量产的需求。那不瞒您讲，可以看到我们预算的表现上面来看，我们这两年的量产负荷是非常的大。我们的预算大概所以支出增加嘛，还是怎么样？不是，我们要我们的有限人力要去满足国军量产的需求为第一优先，然后剩余的人力我们会支持其他的这个自筹还有这个计服。但这方面的这个成效每年都有进步啊，那个事实上这个深度也很增加，但是因为我们这两年量产压力那个负荷非常的大，那我们需要满足这方面的这个任务需求。Okay, 我们看看你的支出部分好了。103年，我们看那个所谓的管理跟总务的费用部分，人事的费用、用人费用、奖金跟薪资的比例，103年是9.76%，104年是9.35%，105年到17.05%，为什么会成长那么多？报告委员，这是我转型的另外一个用意。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哈，以前大概是所谓的政府公务预算的观念，把钱一定要自用完毕，没错。现在我们要求的是要用最少的钱、最少的时间、最少的人去把工作完成。那鼓励大家去做结余，但是这个结余下来，我跟委员报告，我们中科院要一流的人才，可是现在跟产业界要去抢这个人才啊，事实上要很大的诱因。可是我待会看讲说，为什么各个部门之间它的奖金的比例是不太一样？我随便举个例子好了，11所奖金跟薪资的比例达到1.46倍，奖金比薪资还多。这个是医务所，他们都是医生。那我现在我们的任务给他就是自负盈亏，像以前的话，我们还有军医，那这个单位是赚钱的嘛？军医，哎，他赚钱的，对。以前还有军医局的一些补助，现在没有了，现在完全变成这个要自负盈亏，所以他们现在大幅的就增加他们的业务，是鼓励他们做。所以奖金与薪资比1.45，你觉得是合理的？这他们都是主要的是医生的医务，也像他们的医生的话，这个薪水我认为是合理的。好，那我们看一下所谓的减少支出部分。中科院在这个水电跟气体的使用费用上高达2.89亿，我现在给你更多的弹性了，有没有试用过 ESCO 这个东西？有，我们现在正在大力推。能够达到多少比例？我们如果把你砍到多少 percent， 你觉得可以达到目标？我们现在努力的做，因为这需要时间。譬如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开始做了吗？还是准备要做？开始做了，我们现在我们的公共的那个宿舍区，我们都大量的使用太阳能。包括热水部分，那使用太阳能，这是你们自己做还是外包？太阳能就是很成熟的技术了，这个我们就直接就对外采购。那太阳能是一般产业界政府也在鼓励。那另外我们自己有做储能，就是用太阳发电储能，那这是我们自己做。对，那所以事实上有在做了，有在做，已经在落实。那我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个承诺，就是这样的预算应该会这个部分项目会逐年减少？逐年减少，一定会逐年减少。不能，我不敢，不能做这种断，因为我们的业务根据我们的业务量，因为我现在业务量变大了，水电费会增加，但是应该是说那个你业务量的比例跟你的那个能源的要下降嘛？对对对。所以希望我们明年在预算书上面这一部分应该有所减少啊，是，不然没有，不然做了半天还是一样啊，没有差别啊。比例减少是比例减少嘛哈、好，我们不断强调行政法人法希望能够拉近更多的民间力量进来，对不对？是。可是我们看了今年预算书45页里面，你的今年的虽然项目增加了10项，从5项变10项，跟去年比起来，可是平均每项的金额是减少的。换句话说，预算没有变，可是项目增加了，平均的这个研究案的费用反而减少了。你要量还是值比较重要？报告，这个其实这个只是非常举小的一部分，我们真正跟民间我知道，我整包很多面向嘛。对，我现在光那个预算项目部分，项目量是增加，但是你预算的额度是减少了，这样会不会减少它的值的部分？不会，不会，确定这完全要看这个计划本身的特性。那有的计划它是要牵扯到可能大的设备跟材料，有的计划可能是比较偏向人力脑力的。我们就要了解说你今年度的预算。你的计划项目大概是什么嘛？对不对？是，才知道它实际上的需求。是。那我们现在了解，就是说，至少从表面上来看，你现在的预算平均每项预算额度是下降的吧？是是。那对值的影响，我们关心这一点。是是。好吧。好。OK。好。用人费用的部分，刚才您说明了嘛？ 是。因为整个行政法案之后，又得让它更有效率。是。所以有做一些调整哈。是。好。最重要，我先要看一下中科院的一个网站。事实上，你们目前的资讯哦，对我们来讲是非常不完整的了。
你们只提供了所谓收支平衡项目、收支预措等等四大项目最基本的，可是相关的附注都是看不到的，四页而已。我们自己上网去查，我们希望提供给我们更多详细的资料，我们才能够找出问题所在，否则事实上是完全看不到的，好不好？国防这个国会发言人，对不起，再给我三十秒就好，好不好？那个执行长，喂，好。你们提到就是说要配合中程施政计划跟五年的兵力整建计划，对不对？是。可是在这个预算书里面，还有你们报告里面完全没有提到如何做到。我们要求哈，我可以提案，就是要求我们这个基金会这边提供我们这样的资料， 是如何结合，包括你的研究计划项目等等。了解。然后最后，你们投资绩效真的有点太保守了，虽然稳健很重要。跟其他单位比起来，你们这个基金会的投资包这个金额真的不算小啊，可是你们投资绩效真的太低了，哦，把个定存在那边，哦，现在台湾的定存的情况真的是不佳了。如果这个单位只能摆定存，然后买长期债券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投资绩效真的太差，对于整个这个大母这个小金库当然不可能变大金库了，那至少创造更多的资源出来，来协助国防自主产业的一个发展，好吧？是，我们要经过授权，谢谢。Okay, 那董事会要想办法去努力解决啊。同样，政府有很多的基金会，它的授权程度比较高，甚至委外来经营，操作的比我们更好啊，赚更多的钱替政府来做投资啊。是，好吧，谢谢主席。谢谢，谢谢。好，下一位我们请马文君委员来质询。谢谢主席，麻烦请副部长。委员你好，副部长好，我想根据媒体的报道，新政府为了要推动国建国造、国际国造的计划，将会把工和学和还有我们的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做一个合并，然后可能也纳入中科院，还有我们汉翔来成立军品制作的销售公司，预算大概有180亿。这个钱来自于经济部、科技部和汉翔，副部长是不是针对这个讯息，您的看法怎么样？是，谢谢马委员的指导，我特别跟您报告一下，到目前您所说的这些东西，仅止于一些媒体上的报道，实质上是没有这回事啊，跟我们现在的运作是完全没有改变。特别跟你报告，目前是还没有，不过新政府有新政府的做法，他有可能会这么做，因为目前在包括中科院还有我们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其实都有自己的运作模式你包括汉翔是民间公司，我不晓得他进来以后民营的，然后他的经费跟公务的那个预算要怎么融合，这个我倒是还没有想到。那未来如果是走这样的方向，可以想见中科院可能会扮演国防工业的龙头的角色。船舶工业、航太产业还有资安产业也是未来国防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中科院如果扮演这个国防工业的龙头的角色，要负担国军的军品的生产制造、维护研发等等以外，还有推动国防产业带动台湾的民间产业大家共同合作发展。我想请教院长已经出来了哈，就这个三大产业当中，中科院有什么样的机会，还有挑战会在哪里？这是这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船舶航太，因为已经马上要执行了，你国建国造、国际国造，还有我们的资安是我们的一些设备，其实本来都在进行，所以它也不算是大议题啦。对。本来都在一起，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有我们特有的能量，但是并不是全变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其他的民间的产业一起合作。那在于关键技术上面来讲，中科院责无旁贷，会居于领导这个带领的地位。我们也在这方面，在最近几年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做了一些突破。未来希望能跟民间合作起来，来承担这些任务。谢谢院长。不过我想这个，我不是要这一种口号式的那个回答哈，因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执行面。其实国防自主还有国防工业跟民间结合，这个已经推动非常久，而且也喊了很久，可是是不是有落实到，我觉得可能还是有很大的疑虑。然后我简单举个例子来说，
像我们的猎雷舰，猎雷舰现在是发包给庆富嘛，对不对？对。那它大概有300多亿的预算经费，300多亿其实包括中科院跟我们像我们这个猎雷这个其实都一样，汉翔也是常常都是当转包中心。我们希望未来其实这个现象应该要改善，不然我们讲国防自主其实都是假的。我刚刚提到的猎雷舰的这个部分，据本席所知庆富他也有搞下包，因为他把船体发包给一家做 FRP 就玻璃纤维船体的游艇公司，让他们去负责船体制作的部分。接下来因为猎雷舰这个购案庆富得标，他的财政状况其实不太理想，有点做不下去，这中间的过程我想海军应该也很清楚，那现在的进度怎么样？是我请海军啊向您报告，谢谢。简单就好了。向委员报告，现在目前啊，就是我们做履约督导，目前的进度都是正常。都是正常。是。他什么时候要做好？猎雷舰的，我们发包的期程。我们第一艘啊，就是在国外已经在开工了。我要知道他的期程是多久？你发包的期程，他什么时候应该要完成？委员这样的啊，我那个细部的资料我们事后再跟您做一个细部的一个通常回答不出来的时候大概细部资料都会会后提供了。不过我在这里先强调一点，因为我已经问过很多次，猎雷舰我们它不是非常大的一个国防的一个比较高难度的门槛，我们都发生这样的问题，表面上我们也是国内的厂商得标，可是其中我358亿的购案，其中100亿要给设计船体的西班牙，另外100亿因为是电站系统，你要给美国的洛马公司，你只剩下100多亿要建造10艘，我不晓得我们是不是这样的经费预算足够，因为你后来还是要看国外的脸色。我刚刚讲的这200亿，总共300多亿的预算，你有200亿是要交给其他国外的公司，我们能够做的到底能不能够执行，这才是以后我们关切的，包括你的国建国造，包括你的国际国造，你即使有这样的能量，你说汉翔可以做，它有很多还是要靠国外很多的技术，还有其他的合作，他们愿意提供，我们才能够执行。这些大家都应该要提出来讲清楚，不然做出来以后到时候什么都做不出来。猎雷舰你说现在的进度正常，我认为它已经有落后了，包括财务的问题，包括其他的能量，我认为都有问题，所以在这里事先提出来，希望未来中科院还有其他包括汉翔，因为如果我们未来国际国造，我们也很希望它可以累积这样的能量，真的可以做到。我们以新加坡为例，我在这里请教一下副部长，是天下杂志其实有提到，我们一直说要带动民间的那个国防工业嘛，还有我们的一些厂商，是的，您知不知道在我们的民间的厂商里面有几家其实都已经在配合国外的一些国防工业在进行，而且做得非常好，比如说千富实业，他是做空中巴士的引擎机甲，还有宝奇新翼，他是做阿帕奇的零件，他传动轴的这个零件，还有游机，他工具机的生产，他也是提供很多的包括空巴或者其他的一些国外的一些国防工业，这几家厂商有没有在我们的认识制里面？非常感谢委员提供这样详实的资料给我们。任何的国防用的采购，我们是按规定的程序步骤。副部长，时间的关系，他们有没有在我们的认识制的厂商里面？都有，都有。我们有没有跟他配合？目前大概做了什么？这几家厂商如果他有能力的话，他有这方面符合我们需求的话，我们都会。国外的国防工业很进步的国防工业都敢用了，没有理由他没有这样的能量。是是是是，那院长其实一直在旁边说这几家都有了，都有。他其实跟我们技术转移也过来，像千富啦，像刚刚讲的几个，都是我们的技术转移。我们都跟他有合作过，其实我们非常密切。他们如果中科院还有我们国防部委托的案件，这几家有执行什么样的案子，麻烦把资料给我好不好？那既然是嘛，是他应该是很长久以来非常优秀的，都是我们的一些厂商。我们希望我们的认识是在这里，可是我要特别强调时间的关系，未来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探讨。
基本上我不认为中科院法人化以后，尤其未来全部要纳入到行政院的辖下，未来如果他跳过政府采购法，我认为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漏洞。这部分我们还是继续还要再提出来探讨，因为认识制是由我们委托，等于是发包，有一个厂商，这些厂商就几位人来做这样的决定，有哪些厂商可以进入我们的国防工业的门槛。那他们去决定以后，未来国防部只要是要招标的一些工程，他完全不用经过政府采购法，直接就可以委托给中科院。那等于是厂商在决定厂商，他未来会造成很大的漏洞。之前我记得也有提过，我们未来也希望针对这个层面做一个探讨。今天所有的基金或者其他的你包括从小地方去删减预算，可能都不足以去弥补我们因为制度的漏洞所损耗的一些国防的预算还有国家的支出，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希望会后将相关的资料提供给本席。谢谢委员给我们的指导，谢谢。谢谢。好，我们下来请吕玉玲委员。主席，我们先请我们国防部，次长啊，部长副部长。委员您好，部长，我先请问一下，今天为什么是你来？部长，因为他有非常重要的行程，也跟大院请过假了。是是，可是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预算审查，有关中科院，是不是他也是中科院的董事长？是，他是董事长，所以他就回避，请你出来。委员不是，绝对不是，是不是？部长非常尊重大院，实在有迫不得已的需求，请委员能够见谅，谢谢。好，所以刚刚提到中科院，中科院我们现在改成行政法人，是我们的国防部就是监督中科院。那中科院是受监督的，那这样子部长又是董事长，那监督人跟受监督人都是同一个人，那就是球员兼裁判了。那这样子的话，请问一下副部长，您认为是非常这样子的法人关系是不是不正确的？是，国防部长应该兼这个中科院的这个董事长啊，他有实质上非常的需要，因为国防工业要支持我们国防整体的这个发展，尤其是国防自主，尤其是不对称作战这个部分，要有国防部的作战国安的需求状况下，那么然后分由中科院其他各单位来帮我们。所以这个还是要用修法。第二点就是跟你报告一下，修改这样的监视哈，这样的监督督导机制非常的多，不是部长一个人可以监的啊。特别利用这个机会跟您报告，所以我还是建议要修法了，不要这个自己监督自己哈。像今天这场合就很尴尬，你就必须要回避了嘛，对不对？好，那接下来本席在发现我们的研究基金啊，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研究基金每年都编了很多钱，但是我们几乎都是我们政府的委托，民间的委托是比较少的。那我们有这么多的技术，有没有说我们把技转到跟我们产业去结合，制成产品，这样子达成经济效益？这样子的话，我们国防基金才能更多，对不对？是，谢谢委员指导，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努力方向，请院长详细部分跟您报告。所以，院长，像我们这个大概民间的这些技术的委托有多少？我们预算书上编了这个计幅是6000多万，事实上我们每年都超出这么超出许多，像我们去年是3亿2000多，那今年的话到现在为止，那我们政府部分呢？已经两亿了。政府的研究呢？对，今年的科研是64亿。对，有这么多钱呐、啊，我们把这技术放在那里都没有计转出来吗？有，我们现在是行政法人了，应该可以做这些工作了。是，我们
现在我们的积极在推行。那你有多少的技术放到那里面了、啊？转出来的？报告，这个转出去还要看外面的市场。那我们很多的国防的技术啊，其实在民间的市场其实是非常有限。我们只要非机密性的都可以嘛？那非机密性的，像我们每一年哈，我们的尾制，我们的对民间的这个所谓的采购哈，大概有100到150亿。就是把民间的产能训练出来之后，我们接到量产的订单了之后，我们照我们的设计图，由民间来去做零件的制造。像这部分呢，刚刚讲过，像千富啦，像宝益这些公司，都是跟我们这种互动关系。所以这个是冰山下面的一大块，很多可能没办法不了解。其实中科院在这方面，所以要积极性啦，因为现在我们的中科院已经是行政法人，所以盈亏要自负。可是你大部分还是政府在补助啊。是。包括你研究基金也都是我们金总的委托，是因为我们的任务特性，我们行政法人执行公共任务。那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大院给我赋予我们的设置条例里面第一个要务就是国防的这个武器研发，所以这方面、当然就是从国防部比较多。那这是我们的任务特性的问题。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这些所有的科技技术能够转移到产业链，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帮助我们很多的经济效益，而且最重要的，我们国防研发也可以产生更多的效益。最重要，国防战略产业的火车头要靠我们中科院，好不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公关费用了。刚刚我们提到几乎都是政府在委托中科院做一些研究，那为什么政府就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我们政府都自己人，还有什么公关费用啊？报告委员，中科院的营运啊是非常庞大也复杂。我们光营区哈，我们有9个营区，那部分的营区还是高危险的火工化学区。我们的这个光附近的这些的，敦亲睦邻，另外还有像我们中科院敦亲睦邻，对，我们要跟互动，要跟当地的居民做良好的互动。节庆的时候到互动，这个都是一次性的嘛，每一年都在做的。对，每年都在做。好，那你说每年都在做的，还有，那你104年就编了998亿，用剩下了998万，998万。对，那你现在104年用了848万，就已经有剩了，对不对？那你105年又继续编998万。我跟委员报告，我刚刚讲的是部分，另外我们中科院还有，所以这是有福报的现象、啊。不不 不, 不，所以你这个公关费用要好好的再来做一个解释。是哦，好不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我们的国防部啊、哦，国防部的里面也是有这个我们的工业基金，国防的工业基金。国防工业基金。对，这个工业基金呢、啊，我看你们的预算书里面。啊，我也做一个表啊，这个预算书里面，你看104年你的收入8900多万，结果你支出了6300多万，剩下了2000多万，103年剩下6000多万，102年剩下更多，那105年，你看你编的，你那个未发生的嘛，你收入说8900多万，那支出也8900多万，剩余的只有50万呢、欸。那这个为什么剩余这么少？你支出每次都支出的没有这么多啊？是。那你这个预算是怎么编的、啊？是，请执行长跟你详细报告。是，谢谢报告委员，我执行长，我跟您报告，105年这个编8000多万，结余50万这个部分啊，最主要是我们委托研究的案子大幅的增加。我跟委员报告，委托研究哈，刚才很多委员关切，我们为什么要做委托研究呢？事实上，我们是结合产官学研的能量，将国防自主的需求从基础应用一直到这个关键技术，我们做一个所谓带状式的一个发展跟研究。这个研究都是委托各学术单位在做，所以他们提出来的计划，只要经过审查，符合我们国防自主发展的需求，我们就会通过专家的学者的核审定啊，来提供他相关的这个资助。所以这个部分大幅增加，对于我们国防自主是有好处的。这些，那你要做哪些计划？你有报告吗？有，我们有22项计划委托研究的案子，在我们的报告里面，刚才有做22项。我希望我们在增加的所有的预算都要报告清楚。那尤其是你们这一次的预算做编列预算的时候，原来要先送进董事会，然后再送到国防部。结果你们赶进度，在去年6月的时候，结果先送到国防部。那副部长，这样子送计划、送预算，你们有没有在惩处啊？要经过董事长核
没有照规定来。这个都是要、经过董事长的核定啊，才能。可是你程序错误啊，是不是？你有没有在惩处？这个都是按规定来，请委员放心。这个、每一年有固定的一些国防基金预算，所有的费用都有。为什么你 在做这个预算的编列的时候，会绕过我们董事会，就直接送到国防部？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所有的预算，反正次年度预算跟工作计划，都一定要在这个年终的这个董事会要经过董事会通过核定，然后才能够报出来。绝对不是说我们这边爱怎么做怎么做，不是这样。跟你四项长104年是这样发生的、所以我才问副部长，你有惩处吗？这个没有惩处的问题，鲍委员，因为我跟您报告哈，任何基金会的运作，包含比方说委托研究103、104、105年的计划，都要经过董事会的审查核定，我们才能够编预算。结果你们就程序不对了，是有送到国防部，可是董事会就没有通过。董事会一定要通过，那你先送国防部再送董事会？没有，我们是董事会，因为部长兼董事长嘛，兼基金会董事长，又是兼董事长了，那所以啊就绕过这个手续啊，都我自己嘛，监督人跟受监督人在一起，所以部长这副部长这一定要修法了，所以你都自己说出来了，因为他就是董事长，他就是监事，所以就不用了，直接送到国防部。不是，鲍委员，如果即便部长是董事长，但是他也要经过董事会去核议、去审查通过以后，报到国防部，再报到行政院。这个所以这个程序，这个程序你好好去监督好不好？照步骤、照规矩来，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委员指导。谢谢，谢谢。我们还有赖世宝委员哈，啊，对不起，先等一下，还有那个等一下还有邱志伟委员哈，他邱志伟委员质询结束以后就休息10分钟，好，那我们先请赖世宝赖委员。谢谢主席啊，那么主席，我们请一下副部长好吗？部长，委员好。来，郑文部长，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基金啊，当然会跟现在要接国防部长的冯世宽扯在一起了，因为按照媒体的说法，是因为在推动我们的国军的武器的国自主性，他是很重要，所以请他当部长啊。这个副部长，我请问你啊，现在到底我们的这些的重要的武器，包括战机、潜舰等等的自制率多高？特别跟委员报告，国防政策是一致性跟连贯性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事情就是说，这个自制率部分，我请这个海军跟好，请，哪位长官可以回答的来？来帮忙来，自制率多高？鲍委员，我是空军参谋长。重要的武器，我们能够自己做吗？我们认知，老百姓认知跟我一样，都是几乎全部跟美国买的嘛。我跟委员报告，我以 IDF、AT3 为例哈，这是我们国产的这个战斗机以及教练机啊。是啊。它的自制率的比例啊，好比以 IDF 为例，它的机身啊，据汉阳公司提供啊，它是90%的自制量产。可是你重要的 engine 呢，是从外面进来的、发动机的部分呢？重要的发动机是从 engine 进来的、啊。对，因为它核心技术有些东西啊，是关键性的技术、都是合作生产，在国内组装。那唯一就是什么？它就是属于 for Taiwan， 就是只有我们台湾仅有的战机，所以它是国际国。就像我们车子常常讲说，台湾这么久了发展汽车工业。我们希望能够真正造一部自己的汽车，没等于台湾的很重要的心脏，就是那个发动机 engine， 要台湾自己做。请问你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自己做发动机？这个要看我们科研的技术。我想中科院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是，鲍委员，现在我们中科院做主要的飞弹，还有地面武器，现在飞弹上面用的引擎都是我中科院自己做的。小的引擎，那现在如果说是现代战机要用的引擎，我们现在已经启动了研发计划。我想我们外界更该关心的了啊，类似 F-16 类似潜舰，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自己做？哪位可以回答？哪位长官可以回答我？哪位长官可以回答我？潜舰先
高性能的武器。委员好，我是 海军司令部的这参谋长。有关这个潜舰国造的部分哈，我们现在目前啊就全力在推。什么时候可以做？没有，现在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些关键的技术还在。还在别人手上嘛？所以，好，三位你请回吧。我要强调重点，不，副部长在，副部长在。副部长留着，你官比较大，留着。谢委员。副部长，我要这里强调的，接着就糊弄社会，说什么要自主性国防，嘿，拢是假，因为还早得很，还早得很。我们唯一的能解释就是，当初冯士宽在达政案的时候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可以这样讲，就是他的付出。不排除我们的解读就是什么？希望达政案复活啊！我告诉你一个信息啊，副部长啊，我不知道他上来以后你会不会副部长不知道了哈、啊，让你知道啊。这里有写啊，这个2008年3月26号秋毅指出，汉翔公司董事长冯士宽大选，就是那时候2008年总统大选前一天。21号召开临时董事会，因为322选总统，不顾内部审查会及总经理的反对，未送立法院审查该计划的预算，强行通过102亿军火采购，变成叫做翔展计划。你听过这个吧？听过。翔展计划其实就是达成第二。换一句话说，冯士宽，你读一读，你们 Google 一下。他有没有什么当庙公？但是这个我没有兴趣啊，我关心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国库不能够让类似这样的人来主持啊！这国防工业吓死人了、啊。请问你啊，相关的国防工业的这个一年有多少钱啊？你要不要讲一下？还是你不知道？是。哎，副部长，你今天来啥让我们猜呢？副部长，官当这么大，知道这么少？包委员特别给你报告一下。国防啊是一贯性啊连续性的，您放心。不，你回答数字嘛，一年的预算多少嘛？是我由村长给你报告一下。啊，你让，请假副部长。报员、啊，我跟您报告哈，这个翔展哈，不，我不用翔展，就是一年国防的这个今天省国防基金大概一年多少钱？国防基金，不知道，一大啊你。实在就谁人都不知道好了，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不要浪费太多时间。我要强调了一点，我让你们知道啊、哦，新来的部长，看样子就是要让达政案复活，达政案延续，这是拜托我们立法院了、啊，我们要睁大眼睛好好的监督啊。达政案，你读 Google 一下你就知道整个故事，很简单，就是。那时候快要下台的民进党，他们外围要搞一个单位专门做军火生意。那现在呢？这里国防工业表面上我是要国防自主，实际上现在我讲产官学啊，产官你刚刚就提到了什么研究，这里面很多的哎见不得人事情就来了哦。报委员、哦、所有的监督机制都在这边、非常透明、所以不会有任何一笔所谓基金的支出会造成所谓。我刚念一段给你听啊。不会。邱毅爆料那时候326，在321临时董事会强行通过120亿，冯士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不良记录哦。哦，谢谢委员。是不顾程序正义哦，这个东西啊。他今天没有在场了、哦、我想我们可以稍微这个质疑的声量小一点没关系啊，上台以后我们再来质疑好了，谢谢。谢谢委员指导，谢谢。好，谢谢。林德福委员，孔文吉委员，好，我们请邱志伟委员。谢主席，有请正副部长，然后整兵司司长，战规司代司长。哎，部长，我时间很有限。整兵司、战规司、代司长。委员你好，部长，刚刚赖世宝说的那席话，说洪士官上台就是达政案的延续，你同意吗？你同意吗？委员跟你报告一下，国防有一贯的政策，有完整的监督机制。先回答我同不同意嘛？就完全不同意。完全不同意，我也完全不同意。这莫名其妙的说法嘛，我觉得在国会问政要理性，在国会问政要讲道理，
怎么把张冠李戴，把过去把过去的案子乱兜一通？你不同意，我对你不同意，我也深表同意。意思说我也不同意嘛，哈、哦。国会问政当然要理性嘛，要讲数据就要讲道理嘛，哈、哦。好，问一个这个，目前呢、啊，哈，我们在32天之后会有新的国家元首，会有新的三军统帅啊。那你当个副部长啊，你负责三军的业务啊，哈。那你觉得目前这个国军呐、啊，将士兵的这个目前的士气是怎么样？自愿招募，我们一切按计划在走，有逐步提升的。你察觉到哈、哦？是。从国军弟兄，不管将官、将士官，目前对于新的三军统帅是热烈的期待，还是戒慎恐惧？我们对中华民国宪法产生的总统，当然军队国家化是我们一贯去坚持的。军队是为了保家卫国，是的，保护国家主权，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嘛，是是是，不分任何，不管任何三军统帅。好，那目前这个啊，520之后，我们蔡总统就任之后，他目前所接议的所有的国防政策，包括国际国造、国建国造，包括国防自主要提升，这个跟目前的国防政策有没有相汉格，还是这个相符合？跟委员报告一下，国际国造、国建国造、国防自主这一贯的政策始终没有改变，所以你们会继续延续推动，不管是国际国造还是国建国造。还是提升国防自主能量跟品质，这个是国防部一贯的政策，是符合我们 国家的安全、国防安全的需要。我想不同的是，他要加快速率，然后他要加强能量，把国建国造的品质做好，把他的时程把它缩短，把国际国造确实到位，结合国内的这个有竞争力产业，比方说航太，比方说后舰，比方说造船。是的，我们会。这个、好，从这个问题我理解，这个未来蔡总统所目前建议的国防政策方向，跟目前推动的国防政策基本上方向是一致的，是完全一致的。好，那执行面我希望能够更加强了哈。另外，这个 RAND Corporation 讲那些四个建议啊哈，当然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认为啊哈，是国防部美国国防部委托的这个一个研究案。但 RAND Corporation 它长期这个跟美国国防部关系非常密切，那国防部有没有感受到美国啊，透过 RAND Corporation 对这个台湾的国防产业、国防政策或未来的军购，这个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或者有一定的压力？没有任何影响力，我们国防政策是自主性的，我们有一套啊这个防卫的计划，我们不受任何影响。但是人家的意见，美国有没有针对这个 RAND Corporation 的四项建议啊？有没有找国防部来这个来讨论过？这个没有，这个没有。这是单纯民间，你们视为民间智库的一个学者或者研究案的一个基本的建议。对，跟美国官方立场有没有关系？这个我不敢评论。凡是任何智库对我们国防这个政策或防卫计划的，我们都非常的重视。但是我们有完整的国防。这个政策，而且每一年的汉光演习都经过十分的验证，如何做一个防卫的计划，我们有完整计划，请大家放心，谢谢。所以我们可以解释乐观期待，乐观的解释，它是一个民间的建议，对不对？好，民间智库的建议，但是我们也可以这个料理从宽，这也许是来自于美国间接啊给予美国台湾国防部的压力，没有任何压力。啊，没有任何，这美国的话，他是这个委托研究，哎，他也这个我刚刚听了几个答询，我看还是回到战规师哈，跟这个整平师，两位主管这个相关的业务，觉得 RAND Corporation 这四项建议有没有对国防部的这个国防政策或者未来的军购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跟压力？委员，我们非常尊重美国国防部的研究，我们列为参考。对我们整体的参考，那有没有压？参考就是一定型，没有压力，一定程度的压力，没有压力。我们国防部按照我们既定的政策在执行。好，所以列为参考。你知道，那美国有美国国务院啊，或者美国相关单位有没有找这个这个战规师？没有，有做过相关的讨论。包委员，来，包委员，我是整平市市长，我补充一下。那事实上这个几乎每个月啊，几乎每个礼拜，每个国防部他都会参加各种智库的这个论坛啊，他也会听取智库的意见。那这个委托研究呢，就跟我们国防部一样，我们有时候也会委托民间做研究，但是民间他的研究可能深度不是
深度广度都不是这么好啊，所以事实上，如果是其他单位还不会那么忧心，是 Rand Corporation， 它是跟美国军方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是，但是它的这个作战想定呢，它跟我们的作战构想、跟我们的环境还是有一些。当然，美国是站在他国家利益啊，他国家利益就是希望我们跟他买武器嘛，对不对？是。所以这部分有些我们国防政策啊，我们要有我们主见，我们要有我们的坚持，好、哦，那跟美国也要充分的沟通了哈。我觉得有些武器必须要跟美国采购，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要如何去跟美国沟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美国人知道，唯有提升台湾国防自主能量，才能确保台湾主权安全，才能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这个战略的利益。这沟通很重要，提醒一下。好，谢谢。谢谢委员指导。谢谢，谢谢。好，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郑运鹏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郑天才委员，吴志阳，吴志阳委员，吴志阳委员，徐真卫委员，徐真卫，徐真卫委员，黄伟哲，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陈明文，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陈欧博，陈欧博，陈欧博委员，李彦秀，李彦秀，李彦秀委员，简东明，简东明，简东明委员，林俊宪，林俊宪，林俊宪委员，周陈秀霞，周陈秀霞委员，周陈秀霞委员，林维洲，林维洲，林维洲委员，陈怡杰，陈怡杰，陈怡杰委员，高金素梅委员，高金素梅委员。好，我们最后一位，请赖瑞龙委员。谢谢主席啊，请副部长跟军备局的何中将何局长好。好、啊，正副部长还有军备局何安记吧？何是不是军备局？军备局的、啊、委员你好，是是。哎，副部长好哈，还有局长好了哈。我想先请教一下了哈，我想请给各位看一下了哈，这个是亚洲新湾区了哈，我们亚洲新湾区的范围，现在高雄很重要的一个开发的哈。我们现在高雄在谈要未来需要做转型，然后这改变了亚洲西湾区是一个很重要的计划。那各位看一下整个地点了哈，统一的梦时代，好，这临港边了哈，我想全世界在临港边的土地都非常的有价值，非常好的。那统一梦时代哈，现在整个假日是人潮非常的满，好，包括旁边的高雄展览馆，包括周边的这个图书馆总馆，包括轻轨，整个都起来了，所以这个地方是未来高雄整个转型上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点。那在5月9号的时候，高雄的另外很大的也是购物中心大鲁阁也即将开幕，也在这个的旁边，所以之前的时候，本席一直在跟院长跟部长在争取，也希望说这个205兵工厂，我想它原先是在一个市区啦哈，啊，因为当年的时候这里多数都是工业区哈，所以坐在这边其实也都很合理啦哈。但是随着整个城市的发展改观之后，我想没有人会反对国防的相关的还是必须要存在，但是地点稍微迁移，让整个在市中心的精华地带能够做更有效的一个运用，让城市的发展哈更具有潜力，同时让它的加速它的经济的一些商业的发展。我们都知道南北之间差距好其实存在着。高雄其实很需要新兴的产业的发展，好，那所以高雄市政府也提出了这样计划，这也不是在现在了，这提出相当久，从早期的时候国民党执政时代就提出来，所以已经等了18年，好不容易等到现在，其实有一点点要启动起来了。我不知道副部长或者局长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我首先跟您报告一下，国家安全国防需求跟经济发展，地方经济发展始终是我们国防部一部政策啊，希望取得三赢的政策。205厂确定我们要搬迁了，对，但是那是一个待拆待建，因为那是说很多重要武器装备生产的一个位置啊，所以说我们不要让它国防上有所间隙。对，这个案子我们持续在进行当中，正如同关庙这个永康地区的炮校迁移案。部长，我先确认一下，这件事情其实并没有冲突了哈，在整个国防上的一些跟整个经商上这件事情上是没有冲突的，是完全。所以我看这两天媒体上面在一直在讲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有点是在对国防部、对市政府或对我们都不是很公平。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创造多赢的一个空间的哈，是是是，它并不冲突的。是是是是，好，谢谢谢谢谢谢部长哈。那再来，我想请教一下了哈，
那现在整个旗城的上面进行的旗城到哪边了？好，这个请这个局长的报告一下。我们现在预定的旗城呢，就是到111年。现在是在签工程协议书，我们预定5月份要签署。现在4月底前要完成工程代办的议定书的签订嘛？是不是？是。对，4月底前可以完成，这没有问题吧？是。哦，这没有问题了哈。哦，现在已经4月中了哈。哦，那4月底前完成没有问题。这个部分我们会协调高雄市政府来处理，以高雄市政府他们的时间来配合来处理。好，所以4月底前完成没有问题。那5月底前完成跟高雄市政府的合作意向书签订，这个也没有问题吧？是的。好，都没有问题啦，照旗程走。那上次有提到，我希望目标啦，因为整个之后的时程是高雄市政府就可以比较强力的一个掌握了哈。我们希望在4年，目标4年了哈，但不容易，但希望目标4年来迁移。不知道部里面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我们只要这个整个兵工生产部分不要产生间隙，我们原则上都配合高雄市政府。这个应该是跟高雄市政府去沟通了。我想那边赶快建好，然后迁移过去。我想这之间应该不会产生任何的一些衔接上的问题了。是的，这个没有问题嘛？哈，好，那也拜托副部长了，拜托局长了，这件事情再尽快来促成。我想地方上大家也看得到那个图了，其实那地方上的发展其实非常的快。那这几年大型的投资、大型的建设一直在进来，我们希望2050兵工厂为这个原址将来是扮演着南部高雄哈整个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火车头、一个龙头的角色，好不好？是，谢好好，谢谢哈，谢谢哈。那我直接到这边，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好，谢谢。那本次议程已经登记的委员除了不在场之外，均已发言完毕，报告以及询答结束。那这次会议有陈廷飞委员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且刊登公报。那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在2周内答复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补充资料者，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在2周内提供。那我们现在先休息10分钟，休息过后开始审查预算。那这次的临时提案的部分还相当多，所以是不是请我们的国防部的相关同仁先看一下好吗？有关预算的部分，谢谢。
他今天要用那两个
刚有按，刚按了，刚按了，刚按了。哎，要先念这个、啊。先念。哦，好。哎，我们现在刚刚委员的一些临时提案哦，送印已经拿过来了哈。那我们还有吕孙林委员、徐志荣委员、许淑华委员补提书面资料，请刊登公报列入记录。那我们现在先处理国家中山科学院105年度预算收支部分，请议事人员将基金收支预算数全部宣读。105年度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预算。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业务收支部分，收入总额，业务收入293亿3088万7千元，业务外收入6984万3千元。支出总额，业务成本与费用291亿4051万6千元，业务外费用989万3千元。税后本期剩余2亿776万6千元，结缴国库净额无列数，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8亿8322万3千元。好，我们现在处理提案哈，请宣读提案。中科院。业务外收入之利息收入编列338万元，差异比达89.75%，显见该院105年度利息收入估算过于保守，原增列利息收入305万元。以上宣读。增列利息收入需要放进去，可以这样吗？委员不得做增加收入的那建议。中科院业务外收入之利息收入严重低估现金总额，故提案增加业务收入255万元整。那我们逐案吗？来，王定宇委员在吗？有没有意见？对于这一案，中科院，同意，同意这个案子，我们就同意是吧？对，好，那如果没有意见，同意哈。好，第二案。也是中科院的收入的部分。那你们要哪一个？一个是增加255，一个的利息怎么算呢？一个是增加305。你们也不反对？第一案那个收入增加305，那就并第一案好吗？是是。好 ，OK， 好，再来。中科院之公共关系费编列于行销及业务费用为511万5千元，管理及总务费用为487万元，提案减列600万元。中科院公共关系费合计998万5千元，依该院业务办理实况。无需如此高额之公共关系费，原提案减列500万元。中科院编列公共关系费合计998万5千元，较104年度之848万5千元增加150万元，实非必要，原提案删除300万元。好，这个没有，这个是收入的部分嘛，是不是这样？啊，支出啊，全部都念完是吗？对，全部都念完。好，那个。各位委员先，你第几页先讲？我想让那个委员了解，说现在在念到第几页。好。我们这个提案表里面第五页，提案委员徐志龙，联署委员李孙林、王定宇、李玉玲、罗志正。提案第六案，有关于业务及行销费用、服务费用、公共关系费用，511万5千元。鲜有浮编之前删除130万元，提案委员吕玉玲、马文君、江启程。提案第七案，公共关系费用预算数551万5千元，公共关系费用非必要之费用，原提案删除113万元。提案委员蔡世应，联署委员罗志正、王定宇、吕孙林。第八案。服务费用、公关费用511万5千元，按本院预算中心提供之资料，104年度之本科目预算审议时给予
经过列检列无充分理由，不应该在于今年提高编列额度，原冻结该我们先报到先我们先处理这个支出三节的部分，再来冻结。好，请他一次好一次答话。是不是我们先再从提出来删除吗？冻结的部分先暂时先删除的部分，好，第九案还包括第九案有关于公共费用编列了487万元，拟提案删除974000元。提案委员蔡世应、罗志正、王定宇、李孙林，这是第九案，第十案也是，是啊，都是，怎么把没有摆一起？第十案管理及总务费用公共关系费用487万元，预算书内却无任何具体描述，实有浮编之嫌，删除20万元。提案委员吕玉玲、马文君、江启臣，好，这是冻结，没有了。好，那个我们先来处理删减的部分。哎，还有十三也是删减，十三也是删减。那是油电费。油电费哈，好，那我们是先请那个中山科学院来，就刚刚那几个案。是那几个跟赵伟吴桂文报告，那个大都是跟公安费有关。我跟委员请委员支持啊，因为我们中科院因为业务量非常庞大，而且我们的那个营区也非常的多，跟附近的地方关系以及我们对外的一个行销，还有我们跟产业界的互动啊，这方面的这个负荷都非常的大。那事实上也按照比例来讲，我们在这个公安费的这个营业额来讲，我们的比例实际上是蛮低的，这点我请那个是不是能请委员们能够支持啊？报告完毕。那个陈委员，这边好。因为我们都清楚哈，国防部它就是中科院它的主要所有的一个总收入来源都是来自国防部哈，这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不知道它的公关费用到底是要用到哪里，是要跟国防部公关吗？那国防部基本上就是它的部长就是我们中科院的董事长啊。报告委员。那我们不清楚说到底你的公关费用是要用在谁的身上？是国防部没有，国防部其实那个比例非常少，大部分因为像我们跟这个我们有九个营区，包括九鹏基地在内，所以这些营区在与在地的地方的民意还有居民的一个互动，这是第一个，我们也这个是非常密切的。还有另外、就是，所以你的公关费用是用在人民的身上？对。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我们中科院那做什么？做什么？你用这个是因为你们中科院在地方扰民，所以你必须要去花这些费用去做回馈。是不是这个要讲清楚啊？要不然好像大家你用了在人民的身上，用人民挂在这边，好像钱就一定要给你似的。不，当然不是。我们像我们很多像南部的营区，我们还有火工品啊，这些东西都是跟当地居民要有很密切的关系，跟他们。三节啦，平常啊都要有一些良性的互动，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其实我们中科院跟民间的厂商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有700多个这个我们的供应链的厂家是跟我们密切合作的。那这方面我们也会有一些，所以要跟供应链的厂商700多家的厂商去公关，这些厂商都期待你们要把案子给他，你还要去跟他公关，不是？这还我们这好像有点问题、欸。我们要跟他做训练，我们训练跟公关不一样啊。我们每一年还有办一些展示，像我们中科院的有那个龙源的这个居民通用的这个展示馆，我们不定期的都有各方人士一直来这边参访。那你们的科目有问题哦，公关费用跟你现在所讲的好像是两码子的关系、欸。有部分的费用是要在这上面支应的，所以你们的公关费用就是腐烂嘛，因为你们刚所讲的其实都不是公关的一个性质啊。你包括你说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馆舍的一个展览，或是什么样的一个处理，这跟公关费用不同啊。他们都有外宾要来，我们就要招待他们，这个都是都平常我们都不定期的都会接受这方面的一个活动，所以这个方面我想请那个委员们，那个院长，我在这里我疑问了哈，第一点。你们拿到国防部的所有的案子之后，你们根本不受我们的政府采购法的一个限制，你们可以直接委给厂商，直接看要给哪一家厂商都可以。所以这些700多家的厂商是等待着你们给他一些资源，所以你居然要再用公关费用去跟他们 social，
我觉得这有疑问。不不不，是第二个部分，你说你们的这个附近的民众，你必须跟他们去做公关。那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们有扰民，所以我们要去做公关， 是这样的状况吗？那我们扰什么民？是你们在试作的方式，还是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有很多的疑问啊。所以你们的公关费用变成是一笔钱给你，你好像可以无限上纲，该这样用也可以，该那样用也可以。那如果照刚院长所讲的，基本上我都认为那已经都超出了公关的性质，公关的性质。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把公关的它的主要的价值跟目的，这一笔钱到底要花在哪里，应该更详细的明叙出来。所以我也建议，我的提案是冻结啦，我是认为要冻结，让你把这个整个明细都把它确认出来之后再说。可是因为有委员是建议要删减，那我也同意删减。是，报告委员，我们是不是能够建议啊，先冻结，我们跟说明完了之后，我们再看是删减还是解冻？哎，那个针对这几案，是不是还有还有罗志正委员跟那个吕玉玲，罗志正委员先举手，哎。基本上我是认为坐下来好了，没关系。若你先冻结哈，但是刚才那个院长提到，就是他要做的报告的部分哈，可以把过去三年那个所谓的叫公共关系费用，哪一部分是用在所谓地方的回馈，哪一部分用在所谓厂商的这个所谓的公关，哪一部分是要主观管个人的公关，这部分费用可能那个报告上要写得非常清楚，是否则的话，到底你这样一就非常笼统的讲，好像听起来好像都是回馈给地方，好像也不这么一回事吧，哈。没有，所以可以把那个相关的细部的部分做个报告之后，然后再看是要用冻结或删减的方式。好的，好的。好，那吕委员，主席，院长，你说回馈地方，我就是地方的立委，所以我没有看到我们的里林社区社团各方面都没有接收到你的所谓的敦亲睦邻或者是公关，所以我刚刚提出来就是说，你们104年用多少钱，现在105年又要增加，那增加的地方你们要做详细的报告，才不会腐烂来编制。是，就算你跟产业，这产业我们刚刚就讲了，你所有的研究研发大部分都是政府在补助的，而且你们的军总委托或者是你的科技的一些计划，民间的才多少钱，所以你说多少产业你需要去公关，他来拜托你的嘞，就算你有些计算技术在里面，也是一些非机密性的，而且也是跟产业方面可以去用一些计算跟解说的，跟你所谓的公关，这个是技术面的东西，跟你所谓的敦亲睦邻还是公关，拜托他来承接你的技术吗？这方面的话，本席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还是主张要删减掉。那个就刚刚所念的几个提案啊，那蔡委员，感谢主席哦，因为我是觉得说这个中科院啊，公关费你们编了两笔啦，一笔在管理及总务费用，一笔及行销费用啦，那我会认为说，其实刚才院长你讲完之后，我会发现你把这两笔的钱都混在一起讲了齁，所以就如同刚才我们各位讲的说，请他提供详细的资料啦，那事实上我是觉得这两笔可以折一笔把它直接删掉比较快啦，就是这样子，谢谢。好，刚刚的提案还有没有委员需要发言？这样好不好？因为大部分的人所在乎的范围都一样啦，其实我们中山科学院跟我们的那个国防工业发展基金呢，你们都没有针对委员的那个报告做比较详实嘛，所以很多委员到这边就临时要删掉很多，你们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嘛，这是不尊重我们的委员会。那等一下要删减或是说要冻结的话，我们等一下一并来处理哈。那因为我们也要体谅一下，他们今天下午汉光演习，大概所有的军官都要回去哈，所以我现在请我们的委员会的同仁先把所有的委员的临时提案全部念过一次，那我们用那个一起回应或者一起答询的方式来处理好吗？好，来先请。那念第几页的时候请好讲一下，这样比较快。报告委员会提案第八页，有关于行销及业务费用、管理及总务费用
本院预算中心提供之资料，104年度之本科目预算审议时已简列无充分理由，不应该今年度提高编列额度。原公共关系费用250万元，经先预冻结，经报告后同有使得动之。提案人刘世芳、蔡思印、吕虽宁。提案第十一案，有关于公共费用487万元，按预算数之业务计划及营运费用说明，应无编列如此高额之公共关系费用之必要，原建议冻结公共关系费用240万元。四、报告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刘世芳、蔡世印、吕虽宁。提案第十二案，有关于行销及业务费用及管理总务费用冻结管理及总务费用项下之公共关系费用100万元，要求国防部于2周内提出书面改善报告至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后使得动之。提案人陈廷飞、罗志镇、蔡思印。提案第三案，有关于业务计划邮电费服务项目项编列邮电费总共1613万4000元，较104年度高出甚多，原该年年增加之预算是否有必要？应符合遵节原则，原提案删除113万4000元。提案人许志龙，联署人吕孙宁、王定宇、吕玉林、罗志镇。业务费用、印刷及广告费用，中山科学院编列的印刷及广告费用合计4317万3000元。其年度业务收入几乎完全来自于政府机关，其中逾90%来自国防部委办计划，故能编列如此高额印刷与装订广告费用，实非必要。原提案删除1317万3000元。提案人许志龙，联署人吕孙宁、王定宇、吕玉林、罗志镇。有关于业务计划劳务及成本用人费用，预算数102亿1340万3000元。查除计划之规模扩大、技术升级之等因，应无扩大招募员工之必要，原予冻结增列之11亿501万元。提案人罗志镇、王定宇、蔡思印、吕孙宁。好，业务成本旅运费，较去年预算数2亿0569万9000元。较去年增加提高预算近80%，有浮编之嫌，原请冻结2000万元。是中山科学研究院向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刘世芳、蔡思印、吕孙宁。提案第十七案，有关于劳务成本服务项下，本年度的预算数为1亿9463万3000元。针对劳务成本科目项下服务成本项目服务费用之一般服务费项，员工体育活动原编列之95万2000元，提案全数删减。提案人蔡思印，联署人罗志镇、王定宇、吕孙宁。第十八案，劳务成本捐助及补助奖励编列了2000万元，劳务成本科目项下捐助补助与奖助原编列之2000万元，冻结1000万元。是向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后，说明前述敦亲睦邻作为依法规是否应为向其他单位且其他业务单位由中科院编列预算支付之费用占其总体费用之比例如何，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蔡思印、罗志镇，联署人王定宇、吕孙宁。第十九案，国家中山科学院本年度的董监事费用预算数201万6000元，专监念董事监事报酬计201万6000元，明显违反的军公教人员兼职费及讲座终点费用支给规定，原提案简列该兼职预算费用102万元，并要求该院就各项兼职费之支给是应确实依军公教人员兼职费及讲座终点费用支给规定办理。提案人王定宇、吕孙宁、罗志镇、蔡思印。第二十案，有关于中山科学院105年度管理及总务费用用人费用编列了
3,059,000元，较104年度增加了3,6194万元。蓝本预算书并未解释管理及总务费用、用人费用大幅增加之原因。原提案冻结3,6194万元，及原由增加列及增加列示106年度总监事酬劳，彼符合公开透明之原则。提案人罗志正、王定宇、蔡世应、吕孙宁。第二十一案同哪一案？第二十一案同第十五案，同第二十案，有关于总务费用、用人费用的预算数7,251,000,000,715元，冻结124万8千元，124万8千元，对，是中山是国家中山科学院就所述三之部分向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刘世芳、蔡世应、吕孙宁。第二十二案，管理总务费用、旅运费用本年度预算数为661万8千元。然前年度预算数决算数仅为457万4千元，实有浮编之嫌，原建请冻结100万元，是中山科学研究院向外交及国防委员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刘世芳、蔡世应、吕孙宁。第二十三案，有关于总务及管理及总务费用，向下科管理及总务费用的服务费用，编列14,025,000元，一般服务费编列之14,025,000元，应该要为遵节开支，原针对该项员工体育活动费原编列之1,721万元，提案删减1,721万元。提案人蔡世应，联署人罗志正、王定宇、吕孙宁。没关系，一起念好了啊。第二十四页第二十四案，研究发展及训练费用、服务费用、旅运费预算数为624万5千元，较去年度预算提高约47%，恐有浮编之嫌，原建请冻结100万元。是中山科学院向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报告，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刘世芳、蔡世应、吕孙宁。第二十五案，研究及发展训练费用、使用材料费与用品消耗项，本年度预算数1,2392万3千元，冻结1,611万1千元。是向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说明研究发展计划增加之情况如何，并经同意后使得动之。提案人蔡世应，联署人罗志正、王定宇、吕孙宁。提案到这边，好，到这边结束，后面是决议。好，有关于预算相关的这些提案哈，那刚刚已经宣读结束哈，那看各位委员有没有针对你所提案的部分呢，需要做发言来直接请他们一起回应。罗委员，主席，我请问一下哈，因为你们还有一个项目叫做这个劳务成本科目下有到服务成本，里面包括所谓补助啦、交流活动等等。这个公关费用什么差别？好像你们刚才提到，这就是跟地方的什么公关交流有关，怎么那么多项目在都敦亲睦邻有关？到底是哪一个项目是属于真正敦亲睦邻？还是藏在不同的科目里面？就是你的营运项目啊，科目就是营运项目科业务计划里面的有一个叫劳务成本，然后在下面的服务成本里面有所谓的会费、捐助、补助、分摊、交流活动，那你编了2,000万，这个也是不是也是公关费用？不是，你们的补助、讲助是什么？是哪一页？你的哪一页啊？
我们的临时提案的18页，我看一下预算书。劳务看劳务效应行吗？这个蹲、哦，知道了吗？这个不是，这个是那个敦亲睦邻，就是板洲乡跟这个牡丹乡，我们以前在转型之前就有。每一年就给他们大概是 看他们的需求，然后去审查，大概是800万到1000万的，等于是支援他的地方建设。每年固定，每年固定的，嘿，但是有一个分数评比啦，他有什么受影响的程度来决定。那现在我们两个都是一样的，就是1000万。那刚才我们李委员提到，他们中科院或者其他地方附近营区，或者说附近的地方的地方回馈是编在公关费用里面？不是不是不是，这项费用就是以前的叫做。我们叫什么？敦亲睦邻费用啊，以前是军备局在负责的，现在转型之后，我们中科院来直接面对啊。这跟刚刚讲的那个不一样，这个是固定的，它只能用在他们的基础建设，它不能用在其他的作用，而且不能发放到个人。所以你的公关费，刚才讲的公关费里面，对于所谓的这上面没有，不是、没有上面，没有。那敦亲睦邻费用，另外的那个叫也叫敦亲睦邻嘛，对不对？对对，那等于是互动的交往啦，那个是这个是基础建设。好，哎，还有没有其他委员需要询问？哎，陈委员，陈廷飞，陈委员。我是问一下说哈，你们人员增加的部分是不是要解释一下？包括奖金的增加，还有人员人事，包括正式员额、临时人员的薪资，还有聘雇及增加军文职人员薪资，这个部分就增加了2亿1107万元，还有奖金也比增加了1亿2138万。那到底这个标准在哪里？你们要增加员额的标准在哪里？是，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标准大概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计划量啊，我们今年转型那年103年，大概预算是170多亿，那去年是240几亿，今年290亿，那明年的话可能还超过300亿，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中科院大量的退休人潮到了，因为我们中科院大概是在民国70年三弹一机来了，大概有18000人左右，那持续的包括汉翔的这个离开，还有我们人员的离退，现在只有8000多人。但是我们的业务量啊，跟以前几乎比以前还多，所以这方面、啊、我们配合的离退人潮啊，我们必须要替补人力。像我们去年进了1000多人，可是我的人数并没有怎么变，是原因就是因为我退休人潮也差不多那么多人，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正在一个这个新旧交替的一个阶段，跟委员报告。但是我知道你们很多计划基本上从国防部拿到的时候，你们也是直接就委出去了？不是不是，没有，你们也只是部分留在你们中科院研究，可是有很多的细项也都是委出去的。报告跟委员特别解释一下，这是中科院跟其他单位非常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中科院好是维持这个基本人力在做研发设计，那这部分人量核心人都在我们中科院，但是研发设计完成、测试完成之后，我们要进入量产的时候，我们会找我们的这个合作厂商、民间的合作厂商来承担我们的那个量产的工作量。那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会跟他做一个技术服务或技术转移，教他们来做这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所谓的转的是在次零件、次模组上面，但是核心的技术跟系统都在中科院，我们也不太可能放出去，因为那个牵涉到那个资安的或者是技术的核心技术，国防核心技术的问题。报告。那不好意思，我再补问一句哈、那技术服务跟技术转移出去，那请问厂商，这是我们中科院所研发的技术嘛？是。我们委出去，请问厂商要付给我们有相关的技转费用吗？有没有？那这个部分大概怎样的比例，是不是可以报给我办公室一下？好，在去年。在104年，你们所有计转出去的，从厂商这边所收到的计转费用到底多少？因为我们要付钱给他嘛。是，因为他帮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量产嘛。是，但是我们给他量产之后，这个计转的技术是我们的啊，是我们的、啊，我们拿了多少钱，又给了他多少钱？拜托，104年每一个计划，是每一个计划的这个所有的支出。收入在这一块，麻烦给我办公室，谢谢。好，吕委员，院长，
刚刚你在特别讲公关费啊，刚刚在我们的行销业务又有管理总务这边，现在这边又有你所谓的敦亲睦邻费，你好像是假都借着敦亲睦邻费在要钱啊。哦不，这个敦亲睦，刚刚你每个解释都有敦亲睦邻，不是报告。那我是当地的立委，我们乡亲从来我们社团地方也没跟你要这笔费用啊。不，所以那个院长，你这个方面你要解释清楚，把你整个预算了、啊，把它说清楚一点。好的，好不好？报告李委员，我们重要的像我们龙潭地区，事实上是相对比较没有危险危害的啦。那在南部，像大树啦，像我们的九鹏那边，长期的居民其实对我们都有很大的这个反应呐、啊，哈，就是希望我们是对他们渔获不。捞捕也有影响等等等等的，像这方面的话，我们在所以那边是特定设场的时候，我们才有所谓的这个刚刚讲的，不管是敦的那个叫敦亲睦邻费用也好，或者是我们平常跟他的互动也好，这是跟我们不太一样。那以后九的龙潭地区我们也要加强，其实也不是没有了，我们跟乡公所常常他们开那个晚会都是用我们的中正堂来借用，我们都免费给他借用礼堂，这个礼堂就算敦亲睦邻费哦，不是我说我们的互动，所以要讲清楚啊，是你就不用一个敦亲睦邻费就全部含刮进去了，是对不对？是啊，而且你刚刚的技转的问题啊，我刚刚咨询都特别讲了，你到底我们民间的这个技术的转移，我们收取多少？那我们委托的他代工的又是多少？这一幕一幕的这个经费都要讲清楚。那如果不是敦亲睦邻的科目，你也不要用到这里面，一个公关费就全部含刮在进去了，好不好？是。好，来马委员。刚刚有委员提到，就是院长有提到技转的费用厂商有提供给中科院，对不对？是。国防部拿得到吗？技转的费用。这是中科院的，我们中科院。国防部拿不到。是。那他专利权的部分就是表示国防部没有。因为技转全部的都给中科院了、哦、之前的补助的经费都是从这里来。给我相关的资讯。是。另外，刚刚有提到因为公关费听起来，我从两年前开始删这一笔，到现在听起来还是一样。我觉得要编列那么高是不合理的了哈。我们希望院长可以提出更合理的说明。另外，我本席希望中科院提供给本席退休跟离职的人员，在近五年的人数大概有多少，他是什么样的职务。另外我们新进的，因为你说维持人力的平衡，新进的临时人员跟新进的人员大概是什么样的人员，请提供相关的资讯。谢谢。是可以多久提出来？我看我们这个一个礼拜好不好？一个礼拜，好，没问题。谢谢。好，有没有其他需要发言？这样我想针对几件案件啊，刚刚统一都念过哈。第一个有违法的部分啊，先做删减，先问一下军公教兼职的部分现在有没有违反规定。报告没有，没有违反规定哈。那个王定宇委员的部分就有没有人要处理，没有哈。那再来就是有关于所谓的公关费哈，多位委员都有提出，不管公关费你是放在管理总务了。好，院长讲没有嘛，但是我看这里面写得很清楚，明明是有，而且我咨询你的时候我也问了这样的问题啊。我是不是请那个我们法务是不是在不在？可能是主计单位会比较清楚吧。军公教兼职条例里面他可不可以领到这么多，是好像主计有人来吗？是不是行政院是不是主计总处有代表过来？这样子，我这个因为这个是我们严谨来看一下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先做初步的一个答复，完了之后我们把相关的法条再跟委员这边做研究，我们是不是这样子？你在研究前就被删掉了、啊，你现在马上就要提啊！今天是要审查预算嘛？我们刚刚很多委员都有提到啊，你能报告也是模模糊糊的，啊，回答也是模模糊糊的。你如果这样继续这样模模糊糊下去，删减的就会更多、哦。我们兼职费用啊，是参照行政院的军公教人员兼职及讲座作业规定的。那这个规定的这个兼职单位是指的是其他机构、学校、县市政府。那我们中科院行政法人不是机关，不是政府机关，所以这个条例对我们来讲是。这个其实我们是不必按照这个来做。对啊，但是你的兼职的人自己本身有军公教的身份的话，他能不能领这么多？那下面有一条，其实这个规定下面有一个，那下面有一条的那个是说，
政府军文职兼职的话，他一个项目最多不得超过8000块，那同时不能兼不能超过16000块，就是两个了，基本上就是不能超过16000，但是同一个项目是不能超过8000，是不是？我念一下，这个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规定啊？我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多的出席费，我们在座好多都是教授，是啊、他们兼职费用没有那么高。那问题是人家这个规定还有另外一个简政兼任委任的规定啊，所以还要应该要照这个规定，还要支领3000块。人家那个王定宇的那个简政任指的是公务机关，就是说我们中科院如果说是国家机关、政府机关的话，是用那样的。那现但是我们现在是行政法人，并不是政府机关。他现在是说行政法人可以领这么高。那我刚刚提到说，如果就是说外面外聘的这些董监事自己本身具有军公教身份的话，是要按照行政院的规定，只能领这么高。行政院规定的话，不是领到16000。第四项我念一下，基于法律规定，有数个兼职者以支领两个兼职为限，每月支领总额不得超过16000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公务机关兼派悉数缴库。那其公务机关其公营事业兼派者应缴作原机关之收益，这指的是这个。对，他刚刚讲的是这样子。两个部分呐、啊，一个是讲那个兼职人员嘛，另外一个是董监事出席人员的那个车马费的问题啊，他要开会才能够领。我们没有车马费，中科院没有给车马费。好，那王定宇委员的部分就先这样处理哈，然后再来就是有关于刚刚我所要讲的部分，看各位委员这样子可不可以接受。第一个，我们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的年度预算已经执行1/4了哈。目前为止，你的所谓的哈广泛的这个公共关系费用支出大概已经多少？没有吗？没有吗？哈，既然都没有的话，我是建有很少了，没关系。既然都没有的话，我建议这样子的啊，就是刚刚几位委员提到都是跟公共关系相关哈。扣除25%之后，全部冻结了，然后到我们这边报告又再解冻。就是现在已经我们过了一季嘛，这一季当中他的公关费用几乎没有支出了，他们说几乎没支出，那就表示不用支出了嘛，哈。那所以未来还有8个月的时间呐、啊，这个公共关系费用你到底是怎么花用的？你的预算你是怎么预计的，或是一定要给这个地方的敦亲睦邻费用等等，或是说你有些厂商计转厂商之间需要做其他的说明会啦、公开的等等，你必须要跟委员会报告清楚才可以。要不要删不知道，先冻结，看各位委员的建议怎样，可以齁。来，那个吕委员。嗯，主席，因为我这两部分的经费啊，我是主张一定还是要先删减掉，因为他这个管理跟总务费用跟还有那个行政业务这个费用啊，这个比照去年是400多万嘛，今年的话他又要增加，他原来要增加的部分都没有在预算报告里面都没有报告了，那他怎么去执行？所以这部分要先给他删减掉。是我执行率不高嘛？我知道，我刚已经你听我的说法。我刚刚已经讲过，他今年提出的预算数里面删减25%，然后剩下总预算数删减1/4，对，然后75%的部分的话呢，他要回应我们那个委员会里面要求的，你的公共关系支出到底你用到哪里去，先报告以后，我是说先冻结这份报告以后再解冻。那如果你觉得还是不够，需要再删减，因为我们不能增嘛，再删减的话，那再来处理。好，因为我们的委员都说啊，你们送来的报告就2-3页，结果你要那么多钱，到底要用到哪里去？他们讲的不清不楚，都是一个概括性的回答嘛。那我们也只能概括性的问啊，我们也问不出来啊。你九鹏要花多少钱啊？大树要花多少钱？龙潭花多少钱？你慢慢立马唔知，你咪哩哩落落。我的意思是说，你就是不尊重我们了，所以我们在公共关系费用上面要先以冻结为主了，然后删减25%，是因为现在1月到4月他们几乎都没有花用到嘛？有花用。你不要讲这样子嘛！你说没有用的话，一点点，那、啊、现在又说有花用，不多，一点点，能够并入未来的吧？报告各位委员，是不是能够建议就是按照去年的我们的结算数，来今年来编列？那你在做什么？那你编出来预算数，按照去年的结算数，今年来编列？去年的结算出来了吗？我们是多少钱？八是多少钱？
现在多少？大概百分之多少？你额度不知道，那百分之多少可以讲一下？我看去年的决算还少一点呢。那个刚刚吕委员所提到的额度是比较大、啊，你们已经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几。去年好像是3150吧？是。去年3150，它是决算数，决算数多少？没有没有，就是这个公关了、啊。现在它那个公关是恢复到去年3150啊，但是这会有问题啊，这很奇怪。我们之前就是已经认为说你这个公关就是浮编，所以这删了150，然后你们还继续浮编，那不是很大的问题吗？这样子好，就是刚刚主席好，我们就刚刚主席的建议，我们先删除是那个10%，然后我们来报告说明状况。我是25%，四分之一，我的数学不会比你差。因为一到四月是一个年度里面的四分之一，10%，其他冻结。我报告完的时候还不满意的话，其实还可以再删，是不是？现在删了就没有了。25%，然后其他冻结，删25%，然后其他冻结。各位委员们意见？好，那就这样子。喂，你们，你们，你爱够个盯紧的啦。我告诉你，委员不是那个，都很认真嘛。问你的部分，你都是实问虚答，这样的部分预算就被删除了更多。那里面另外里面有两个比较大的案子，可能要请提案委员再讲一下。一个就是罗志政委提到的哈，你要冻结劳务成本的用人费用高达11亿，这个部分呢、啊，你要不要再说明一下，好吗？还有另外一个3亿是在哪里？3亿不知道谁的。没关系，你我以为你先提。我先说明一下，其实最主要就是因为跟相较于去年的人事费用大幅的增加，我刚才咨询的时候问到了。那当然我不是说要删除，但是我们要想了解到底这样大幅增加，你只是很笼统的讲说增加了多约聘了1000多人啊，那到底这样的一个人事成本会不会成为常态？我关心这一块。所以我想了解说，你们可以精算有没有精算过，在未来3年5年，我们成本是不断增加，还是维持平盘，还是会继续往下走？包括刚才那个陈廷飞委员提到，就是说你们退休的这些人现在的退辅等等相关的制度，成本会有多少？这部分我才讲说，你们在你们网站的财务报表面都没有。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大幅增加，我担心会成为常态性的东西。跟委员报告那个不会，然后这个件事情呢，其实在我们董事会里面也我专案报告过，长期来看我们的人事成本啊，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营业量的话，不但不会增加还会下降，因为我们离退的人员的薪资大概离退两个可以新聘3个人，所以新进人员的薪资是比较低的，那长期来看的话我们会达到一个平衡。最高峰过了没有？还没有过。最高峰什么时候？大概就是明后年。明后年还会增长，不就对对，到明后年就会增长，然后但是接下来就会对，但是这边保留一点，就是要看我们未来的工作量，因为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完全是用计划用人，我们不是用那个人为费就去编列预算的，我们是用计划来聘用人员。是，但是你们工作量是年度设定还是说临时增加出来的？有个长远规划吗？有长远规划，我们长远规划大概是以现在来讲大概是300亿的一个标准，但是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期望目标，还要看政府的这个。甘院长提到就是说你们向董事会报告过了嘛，那个专案报告，这个报告有没有就是提供给委员做参考吧？否则我们真的不知道你们人事费用暴增的原因在什么地方。这个主席开完，所以那个罗委员还是要维持冻结就对了哈。那个吕委员，主席，我要补充，刚刚听到罗委员讲的人事费用，中科院现在你退休的人是很多了，你说你在进补进去嘛哈？那可是像很多的人才，你们都是用替代役男3年的那替代役男来补这个人事吧？一些人才，对不对？所以那你这人事费用又增加，那增加哪里？不是都已经补了吗？报告，而且还有很多的是博士或者研究生都固定。在这里面呢、啊，研发替代役只是部分，而且我们的研发替代役在中科院来讲，几乎90%表现良好的都会留，到役之后到期之后，我们都把它留下来了。所以我刚才讲的替代役男是3年的、哦，对，你每3年一直进来这替代役男的话，那你的人事费用怎么在增加呢？而且你每一年固定的博士后研究生，因为计划一直留下来的
很多哎、欸。不，报告这些替代役男，我们也要给他薪资，而且三年都不一样。薪资跟你一般的正常的没有错，没有不一样嘛？对，不一样，薪资不同嘛？不同，不同。是啊，是。所以你这个人事费用怎么扩编那么多？我的研发替代役大概只有200多人，可是我还有其他的聘雇人员招考。每年都有吗？每年都有新招考的？最近几年都有。那你那个替代役男的这个部分是在研究哪一部分的呢？啊，替代役男是一部分，然后那个其他的这个毕业生、博士、硕士毕业生，我们也招考，因为这两边我们都有。因为替代役男有很大的一个优势，是因为替代役男我们可以有三年的观察期，他的能力，那这个三年是非常宝贵的，对他来讲也可以训练。所以我替代役男的工作跟您那个招考进来的他们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吗？招考进来的多半比较有一点点经验，那替代役男都是在学的学生，毕业的学生进来，所以他们的进来之后的工作是看他们的能力了，基本上都是新进人员。那这替代役男的人数有增加吗？逐年增加吗？这个我们每年都不太一样，大概都是200人左右。是，所以这个人事费用啊，真的还是说清楚一下。是，啊，因为都有替代役男减轻你这方面的费用了。只是部分，只是部分。好，那这样刚刚那个罗委员所提的那个冻结数的话，我们就继续冻结好吗？好，具体要求一下，因为刚才那个院长提到，就是说你们实际上是计划导向的哈，后研究计划导向，你们也提到就是105年度会各类的营运计划的进度、期程等等，要说明一下，才知道到底是因为给你行政法案之后，你就大量的评估，还是真的有计划的需求？是，所以这部分一定要做个说明。是啊，否则。在一个单位突然间增加1000多个人力，那是不敢想象的。是，但是我们总人数没有增加那么多，因为 我知道，是补那个离退人力。对，所以才讲说离退人力占了多少，我们现在人事成本，然后新进增加多少，长远来讲应该是比较省了哈。是是。但是至少我了解他未来几年这个所谓的这个人事费用的这个变化情况啊，你们应该计算过了啦。计算过了。好，谢谢。那还是一样维持冻结哈。那另外有一个冻结案，也是要问一下那个罗委员的说明，因为你冻结是3亿619420页，你要不要再说明一下？还是没关系，就是按照刚刚讲的。董监事酬劳的部分哈，就是等一下看一下。要揭露。揭露的部分一定要揭露。对，刚刚有讲要一定要揭露。如果揭露的话，如果大家觉得合理，那我们就可以接受。另外还有法令的部分哈，到底兼职的董监事可不可以领这个所谓的出席费用等等？你们说不行嘛，对不对？是 ，OK。可是你们编的话好像是有，你编的项目好像是有。他是用人费用。我们是兼职酬金，不是出席费啊。那不是出席费，那叫什么费？兼职酬金，兼职费就是兼职费，8000块。好。这样吧，就是说，等他们那个报告出来之后，我们再来解冻了，好不好？好，揭露一下好了。好，那各位有没有其他的高见？就这两个案子，虽然一个是3亿多，一个11亿多，还是维持冻结了，好吗？好，请国请那个中山科学院再做一个详细的说明。好，谢谢。那我们再来处理提案。好。没有，刚刚已经都提了。我刚提的就是只要有跟公关费用相关的，3减25%以外，其他的75%都再来做报告，才能够做冻结。那只要在公关费用上面的一些什么劳务啦、总管费用，只要有的话，业务费用也有3减。业务费用在哪一个地方？14页都是业务费用3减。14页哈，好，那我们来处理一下14页印刷装订费的部分。还有它的邮电费都是业务。还有邮电费，那就是14、15万邮电费。哦，我是不是说明一下第14案啊？这个上面是我们参加很多像台北航展，像一些展览，经济部科专计划的一些展览的费用。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积极在推展这方面的业务啊，所以才有这方面的需求。好，14页13、14哈的部分，那个因为这些按照我们的那个主计的那个办法的话，几乎都是实报实销了哈。对。所以我是建议说，是不是不删除为主？反正他没有办法实报实销，他就是只是预算达成率不高而已嘛，好吗？好，那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式。好，17页。哦，这是我跟说明一下啊，这就是我们员工的一个福利啦，就是按照行政院规定，我们每个人大概一年是2000块钱的那个活动费，体育文官活动费，我们有9000人，所以我们就编了这个。来，蔡委员。
每年办一些他们的那个同仁的活动。我讲一下哈，我们刚通过有过劳死，各县市政府都在春节预算哦，这个我们地方政府也有编，这个我们都把它砍掉了。我们地方政府都把它砍掉，就是忽然就打折。为什么？因为事实上，这个政府的预算现在越来越困难了啦，所以我是建议说，我这边提案是删除了。那我如果说主席觉得说这个中科院讲的道理，我认为至少要做一个删减比例啊，否则的话，各县市政府都已经在遵节这方面的预算了，你还几乎没有哎、欸，对啊，没有这些，是不是删减百分之十？十是，我这样，我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啊、哦。我中科院啊、哦，我其实我院长最大的挑战啊、哦，是招募优秀人才。好、哦、的，我们但是我们的新进人员的薪资虽然是不错，但是马上就到了上限，我们就要去跟台积电去抢人才。那你不要讲那么多了，你就直接讲，你觉得我们觉得百分之十是在开玩笑，你觉得可以删减百分之多少？你讲那么多理由都还不是这些委员20%呢？然后第一年嘛，我们删减20%。哦，好，蔡委员就轻轻放下，删减20%。那十六页那个旅运费的部分哈，也是一样。我建议就是说，那个就是以实报实销为原则了哈，那不会不处理。嘿，啊，再来，十九页的部分，就刚刚已经讲过了。是，哎，揭露嘛，这我们揭露，没有，一样，这就不处理。嘿，那再来，主席，18是什么？啊，18是什么？对啊，所以那个是300。哦不，这个是那个两个乡，一个乡1000万，那个我建这个请委员支持，因为我们跟当地居民的关系非常重要，我们远信厂的运作正常与否，就是看当地居民能不能跟我们合作。18页是冻结呢，你看一下，你可能看错页是。是啊，冻结是。18页，是说明。他让你用一半，另外一半冻结，你要来报告跟说明。是。啊、这个部分是不是就是办就是那个适应委员，就是说用书面说明这样子？好，对啊，因为要你们，确实大家对于你们敦亲睦邻的部分是不是有实质？是实质做到你们的效益，这比较重要、啊。是。哎，你有书面吗？没有啊。不是啦，报告呢。我讲一下、哦，因为你看他的总预算哦，从1亿3变3亿2变3亿3呐、啊。他们的预算其实在增加哈，那所以当然我是写提冻结1/2啦哈，那其实主要就是说还是请他就这个部分提一个书面资料给我们本会，那经本会通知后才准冻结，其实就这个意思啊。其实就没差了，他现在不会用到50%啊，好，没关系，那就是可以接受了。是，我们那你们来做报告，好，可以，那这个案就通过了。请问一下，他这个两个乡一年1000万是一次给还是？一次给，那这个有没有编在他们的那个乡的那个年度预算里面？有是，有编有编。那这样好不好？以后那预算说明的时候把这个写清楚了，不用每次在那边解释半天哈。是，这个很清楚啊。我就跟你讲，我们从头都觉得他们提的有报告案就是笼笼统统嘛，模模糊糊啊，才会删这么多。主席，那就请他这个补个书面资料回复就可以了。这样子哈、哦，对对对，不用专案，书面就好。18页的部分哈、哦，那个提案委员蔡世英说，请提书面的报告是。好就可以了。那要冻结吗？一样还是一样啊？对，一样。好，好，谢谢。那再来是20页嘛？20页刚讨论过。来，再来。21页冻结嘛？哈，对不对？那个张院长是21页是冻结，可以接受了哈。其实都是一样。总而言之，你们就是需要再来做报告了。大部分是这个样子，大部分会是这个样子。是。那专案的报告、委托的报告、科专的报告等等，还是你要把项目说清楚。但如果你们认为里面是有机敏性的话，你可以列为是秘密报告。是。好吗？好，有关冻结的部分大概都通过，没有问题了。再来就是我们来处理决议了，好，那请跳到26页，决议第一个，来，请主决议的部分。第26案主决议
中科院设置条例第二条虽明定监督机关为国防部，为实际对该院之监督业务却仍由其改制前原隶属机关国防部军备局办理，恐与法不合外，其相关体制设计亦不利监督功能之发挥，是以原要求国防部于两周内提出书面改善报告至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说明国防部处理储物规程、国防部军备局储物规程及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董事及监事遴选办法等有关规定，以利中科院在合一之监督体制下妥适运作。以上宣读。好，国防部同意吗？国防部主决议的部分，请国防部把储物规程、军备局储物规程还有中山科学院董监事遴选办法相关规定用书面报告，国防部同意吗？同意哈，好，那通过哈，那再来第二个。第27案，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设置条例第二条规定，本院为行政法人，监督机关为国防部。同条例第十条第一项又规定，本院设置董事长一人，由国防部部长兼任。该院一方面以国防部为监督机关，另外一方面又以该监督机关之首长为董事长。此种体制不免有球员兼裁判之嫌，不利监督机制之有效运作，亦与行政法人法相关规范之精神有所抗格，允非妥适。原提案要求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于三个月内提出检讨及相关修法，并至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提案人江启臣、吕玉玲、马文君。以上宣读。来，这个是，这个应该也是针对国防部了哈，还是国防部中山科学院？国防部的意见，有关于组织这个部分的。我个人建议啊，就是主席，这个我们以专案的方式来跟您报告一下。那么现在还是这个没有球员兼裁判这种状况，是我们运作的机制非常的良好。这样好吗？那个江委员他的提案啊，跟那个刚刚的那个决议啊，相当的精神很类似了哈。大家都会在监督体制下来妥适运作。那而且呢，那个陈廷飞委员他们的提案是希望在两周内提出来嘛哈。那你是否也是一样在两周内提出来好吗？我们并案的那个江委员的部分可以吗？我们回来对用书面资料啊详细的再给你报告。好，里面的他怎么运作的方式好吗？可以接受吗？好好，那我们就是一样哈，是两周内书面报告的方式提出可以吗？好好，可以哈。再来第28案，国防部于中科院董事及监事遴选办法中自定多名该院设置条例未规定之指定当然董事监事，而无需经遴选程序，恐有逾越母法之嫌。国防部如认为依该院业务性质有指定若干国防部内部人士或其他政府机关代表为当然董事监事之必要者，建请循修法程序办理，是以原要求国防部于两周内提出书面改善报告至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案人陈廷飞、蔡世英、罗志镇。以上宣读。好，这个好像跟第一案非常类似，也是两周内嘛，所以国防部没有意见嘛，是，好，谢谢。好，再来下一案。第29案，主决议一，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设置之宗旨依该院设置条例第一条规定，系为提升国防科技能力，建立自主国防工业，拓展国防及军民通用技术，令该院改制前之组织运作主要系以国军生产及服务作业基金所辖，由国防部军备局管理之军民通用科技发展事业办理。一、生产服务基金103年度预算书所附各事业明细资料，就该事业设立宗旨之说明，系为充分运用现有国防科技研发及产制能量，并将国防尖端科技能量释出，协助产业界突破技术瓶颈，进而提升产业技术水准，落实向下扎根、藏技于民之政策。据上阶规定及说明内容，该院之营运除致力于国防科技能力之提升外，亦应着重于军民通用技术之拓展。三，然如以该院各营运项目近年来之收入数据观之，盖可悉其营运对象及收入来源几乎完全来自政府部门，直接接受民间委托计划之金额及比率甚为，其改制为行政法人后，由105年度预算书所显示之营运计划内容亦未见显著改变，如长此以往，恐不利军民通用技术之拓展，与该院设置宗旨仍有未洽。原要求国防部于两周内提出书面改善报告至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案人陈廷飞、蔡世应、罗志镇。以上宣读。好，
中山科学院有没有意见？两周内书面报告好。那个主席，我可以要求一下哈，就是说那个报告的部分哈，因为刚才院长来提到，就是说你们所谓的军民的合作部分，不是只有民间委托嘛，对不对？在其他包括科研啊、军种委托、科技专案里面，都有可能有民间的参与，对不对？对对，所以可以把他们说清楚一下，因为刚才口头上我们还有别的项目也是军民的合作，但是怎么样是算军民合作？你们的界定是什么？把那个在报告里面说的清楚一点点，好，否则是很笼统的东西。陈廷威委员，谢谢赵委哈，是不是可以麻烦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包括你们的一个技术服务、技术移转的部分，也可以纳入到一并的这个报告里面，两个礼拜内，因为这个技转到底你们拿了多少技转的费用，你又相对付给厂商他量产的部分，到底这个比例过程的一个状况，我们需要知道一下，把每一个案子可能要跟我们比较详细的说明。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这样子，我看后面有两个提案，一个是江启臣委员的部分，一个是我的部分，跟这个都很类似。江委员，你要不要发言，还是就并他们说法，就是两周内呢要提出这个报告？你这边是两个月。你们两周内可以做得到吗？因为现在刚刚罗委对有增加，军种委托可以。哎，不是只有军民委托，刚刚那个罗委员提到，包括你的科研或者军种委托的部分里面，如果有军民合作的部分，也需要揭露。我们回去，我们立即办。两周内嘛，哈，那这样子好不好？就是我把这个江启臣、吕玉玲跟马文君委员刚刚那个案子哈，跟我有同样的部分是针对这个部分。好，刘世芳、蔡世英跟吕孙玲的部分，这三个案并为跟陈廷飞委员是一样哈。报告，就是、报告委主席，是不是再多一点点时间啊？过三周，好不好？我想、那个、三个案，所以变成三周。因为我资料很多哈，资料很多，我下去还是要找人做，我不是我在这边做，好不好？谢谢。好，那个、陈廷飞委员可以同意了哈。啊，江委员，这个主席我是这样啊，就是说不见得要并案呐、啊，哈。不是，我是说，请他们都是三周内。但是时间上可以去大家统合一下了。对、哦，比如说都是一个月，或者都是三周，那就是看他们。他们说三周，三周，三周做得出来。你做得出来吗？哦、必须是详细的哦，不要是到时候就说都是一个非常笼统的，那我们不接受。我请求一个月。这样子。江委员，我说这三个案是分开，但是我现在要把它时间统一。哎、哦，他现在是那就一个月啦，好不好？你的一个月，那陈廷威委员呢？好，一个月，但是我要很那个细项哦，就是说你每一个案子，你们包括你们当时候研发的部分，然后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技术移转，技术移转的费用到底多少，然后它配合我们的量产又是多少，这个详细的资料我都要有。好，可以吗？好，那现在委员就是很通融哈，就这部分都是以一个月内提出来，好吗？是。好 ，OK。所以29页、30页、31页哈，大概是处理这样子，请一个月提出来哈，然后再来32页的部分。第32案主决议，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105年度于行销及业务费用及管理及总务费用科目项下，分别编列公共关系费511万5千元及487万元，合计998万5千元，除较104年度至848万5千元增加150万元，增加幅度17.68%外，并约为103年度预算数249万4千元之四倍。以该月年度预计业务费收入几乎完全来自政府机关而言，编列近1000万元之高额公共关系费允非必要，并要求国防部于两周内提出书面改善报告至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提案人陈廷飞、罗志镇、蔡世英，以上宣读。好，可以做到吗？两周内报告啊？这个刚，对，我知道，刚刚并案的，对，可以同意嘛？哈，好，再来下一个，33页。有鉴于中山科学研究院系国家为国防自主所筹设之军备研发单位，承担国防科技发展任务，政府以公共资源投入研究发展所产生之智慧财产应为国家所有，是以中科院应于法人化之前，比照国科会与工研院与原用经济部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成果归属及运用办法办理，以确保国家资源挹注产生之智慧财产权为国家所有。提案人马文君、吕玉玲、江启臣，以上宣读。
这个 我想建议一下，因为国防部 也已经有了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成果归属应用办法，就把这个经济部改成国防部，因为我们这个办法在国防部已经有了，我们现在也在遵照这个来办，是不是这样子可以建议？不是，他刚刚有提到，哎，马委员，你要不要做提案说明？其实是原用经济部科学技术研究发展成果归属的运用办法，如果国防部有，当然我们以国防部的为主，我们是原用经济部的部分，因为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资料，国防部有答应要提供吗？是是，好，那就请国防部来提供好吗？好好 ，OK， 谢谢。那这是中山科学研究院的部分哈，那现在是国防发展基金，哦，来。105年度财团法人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会预算工作计划或方针部分，应依据收支及转投资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收入部分，收入总额业务收入无列数。业务外收入89984000元，支出总额业务支出89478000元，业务外支出无列数，本期剩余506000元，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以上宣读。这样子好吗？那个因为他们还是有一群人呢要去参加那个汉光演习的部分哈，那所以我们大概没有办法逐案列念好，不晓得各位委员可不可以同意？好，那因为他们也都看过了，所以是不是看委员你们现在要提的是哪一些，就直接问他们，让他们一次来回答，可以吗？议事组可以吗？报委员，报赵委员，我是不是可以先报告一下？等一下他，可以吗？哈，就是我们整本，好，同意哈，那整本就列入记录哈。然后那个是请执行长要一案案来解释是吗？是我做一个说明，向各位委员做一个报告。不是，我先等一下，因为委员他自己的提案，他可能也要自己要说明了。是是。可以一案一案来说明，如果各位委员有问题的话，再那个举手来回应好吗？好，好，那执行长你先来好了。好，第一案啊，有关这个增加业务收入385万7000元这个提案呢、啊，谢谢徐委员的提案，但是我要说明，因为目前利率低，而且投资报酬率不佳，所以在增加这个部分啊，我们现在在做这些所谓以稳健为主的这样一个操作策略啊，基本上它的收益就是这样。我也跟各位委员报告，我们全年度国防工业发展基金今年度的预算才8000多万。所以我基本上这个额度是很小的，那么我们好不容易在这个基金本体里面去做所谓这样一个保守的操作，让它累积到今天有15亿多的这样一个结余，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建议不增加，这是第一案。那么另外第二案、第三案、第四案、第五案跟第六案，这几个案都是牵扯到管理跟总务费用，尤其是聘雇跟兼职人员薪资的这个部分，我这边做一个说明。那么事实上哈，刚才我跟那个蔡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沈安定期会议一年有2次，这个董事会召开，但是我们所聘请的这个学者专家，还有民间的这些学者专家，基本上他们一年从这每一个年度啊，他们不是说只有开会才表达意见，他们所有的，比方说我们像105年度22个委托研究案，他都要把他的我们的资料给他，然后他去做审查。另外，我们法令要修改，他要提供专业意见。所以，我认为我们在85年以前呢、啊，的确是按照，比方说每一个委员来参加出席一次，给你2000块的这样一个出席费。后来很多委员都没有意愿参加这样一个国防工业发展基金的这个审查跟运作，所以我们才在第四次联席会的时候，由董事会通过说民间参与的部分，我们用1万块的车马费来资助他。那么另外其他有关这个兼任的这个董事都是无几职，那么这个部分的这个新这个出席费都是按照行政的规定，在85年也经过核定，所以建议委员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维持现状啊，不予减列。不过我一个附带的建议哈，我听说你们把新的这个基金会的董监事已经送到行政院去是吧？是我们就是我建议再重新 review 一下好吗？因为我还是同样的说法，因为那个行政院也全部都要换届嘛，是、哦、那里面你们所提的这个当然董监事的人以外的这些学者教授的名单，也许新的行政院有新的行政院的看法，所以你们是不是相关把这个hold一下好吗？是经由国防部送上去的吗？已经核定了，
已经核定，行政已经核定。行政院核定是张院长嘛？是是。你下个月是林院长嘛？那你们这样子不是不尊重别人吗？在依法的前提下，我们配合行政。好吗？好，这是我的附带决议，好吗？是是。好，谢谢。好，再来。因为第八案是误解哈，我建议就是说，我们在去年这个行政院通知，就是说国防工业发展基金的这些，比方说编列这个旅运费。事实上这个钱原来是在我们委托研究案的那个整个包裹的经费里面，但是现在行政院要求我们，你在这个委托研究案里面属于人事费就要编到人事项目，属于这个维护费就要编到维护费，所以它那个金额比起103年它是各子目都有增加，是这样一个状况，并不是说我们刻意去给它腐烂的编列，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删除的部分可能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这个委托研究案的这个执行，所以这个部分建议啊，这个第八案、第九案啊，这两案啊，还有这个第八案、第九案这个部分建议哈、啊，免予删除。那么另外，我跟各位委员报告，刚才我们在书面报告有说明，今年为什么会把8000，原来我们每一年编委托研究，从103年以后编8200万，那么今年是8399万，那么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大幅增加了所谓国防自主基础跟应用研究所需要的这些产学研界，尤其学界的这些意见，所以这个部分啊，对于我们未来从基础应用到关键技术的联系这个联动的发展都有非常深厚的关系，所以我建议委员这个部分免予删除。另外第十案我们同意啊，律师费减列删除30万，同意。然后第十一案我们建议啊，提供书面报告免冻结。第十二案这边刚才跟委员报告，8200万就是我们原来的这个委托研究的这个预算数。那么105年的案22案都已经完成签约，而且第一期每季付的第一季的款已经付出去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建议委员这个同意，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持续来支用这个预算，免予冻结。那么另外第十三案，因为我们所有的资料都已经公开在我们的基金会的网站。独立的网站，那么包含研究的结果跟经费的状况，所以我们建议啊，这个部分免予冻结。至于说书面报告，我们建议用整合的方式，把我们的所谓研究现在目前执行的四大主轴，还有我们经费的运用状况跟研究发展人才库资料库建立的部分，我们用一个统合性的书面资料让向委员会来做报告。那么委员会报告哈，不就提书面报告，我说错了，对不起。什么时候？我们一个月内，因为这边是写两周嘛，那你们全部要把它扩张变成所有跟委员会里面质疑的部分全部一起。有关报告的部分，我们把它含纳在一个报告里面，这样会比较简洁。了解，好，再来。第十五案的部分，陈廷威委员。那个你海纳在一个报告里面，你就会变成非常的笼统。我觉得你还是要依照个别委员他的一个主要要求的部分，你要把它分列出来，你把它含在一个报告里面，我相信那都是很一个虚构的部分啊。报委员，我会依事实，就你那部 分要麻烦每一个委员的需求，我们会仔细。你时间我们可以给你，但是你不能让我们是那种很虚的资料。不会，我们会务实的，实实在在把每一笔数据跟我们的研究的结果向委员做报告。这样子好不好？就是那个委员在做的提案里面呢、啊，在我们国防基金会里面报告以后啊。就说有关于譬如说陈廷威委员所提案的部分，我们的回复是什么，或者你的附录是在第几页，把它说清楚讲明白好吗？那个是了解，有听到吗？有听到。好，因为你只有两个耳朵，是可以吗？我有听到。好，就是说每一个个别委员的提案的部分呢，也把它放在我们的附件里面，说我们我了解，会专门就那个篇章，它关切的，我们把它说清楚，好吗？好，这样既顾虑到完整性，也顾虑到每个委员所质疑的部分。好，谢谢。好，再来。另外第十六案也是委托研究这个部分啊，建议免删除。另外有关委员那个吕委员说我们这个104年这个执行率不佳，这个可能是一个误解误会哈，因为104年的决算现在还在审查，我们预计下个月要送到行政院，所以完成审查决算之后，我们这个执行的状况就会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那么第十七案也是分科子目，14、15，你没有回答，你就跳到16了。对不起，
这个十四，因为决算我刚才报告了，就是104年，我们看这个奖学金的申请人数啊，是申请人数7个，但是我们通过是5个，我们编的钱看起来只有执行率只有56.25%，那事实上是因为决算，这边挂零是因为决算还没有完成的结果，所以它的数据是会核实报到这个行政院跟立法院。那么另外第15案是税捐跟规费，也是依据我们委托研究的这个需求啊，必须要有的一些经费，所以建议免删除。另外第16案刚才已经报告过了啊，建议免删除。那我们完成决算以后再送这个行政院转立法院来做审查。那另外分第17案跟第18案这两个部分也都是有关这个分，我刚才报告就是委托研究案里面人事费要回到人事类，然后他的这个资讯费回到资讯费，所以他那个额度比起103年的这个决算会高，是这个原因。其实他的总额度并没有变啊，说分总加总在一起的数额是对的，所以建议啊免删除。那么第19案，同这个。这个23456案啊，建议免删除。这个不是删除，不是，对不起，这个是书面资料。刚才赵伟已经有指示，我们就按照刚才赵伟的指示，我们把这个部分把它加在。就同意就对了。同意他的报告。那另外第20案，我们现在已经公开了，我们也把相关的这个资讯啊会放在那个刚才的报告里面。就同意嘛，是同意。再来，那另外第21案，委托研究之所以会报增的原因，我想我们会在我们的报告书里面一并来做一个说明。是，我想这个数额增加，尤其从103年开始，我刚才在报告的时候讲，国建国造还有潜舰国造部分，在国防工业发展基金里已经开始支援预注。我们希望重大的国防建设能够透过这些基金的运作，能够让我们国防自主的部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显现。有关22案。这个部分，同意。23案，委员要求扩大这个补助啊，跟这个3-48万这个有点冲突，建议啊，我们扩大朝广收国防科技人才，给予奖助的方案去努力。那么建议啊，这个预算不要删减。另外第24案，同意。25案，同意。啊。24、25都还没念，就同意了哈。因为决议是鼓励我们，我们都看过了，是。好，各位委员，他们其他需要询问的部分。来，蔡委员。前面几个案子哈，就是关于这个董监事酬劳的部分哈，我想大概是这样子哈，就是说。我们的提案大概是这样，就是说，民间董事可以给他重优，可是兼任董事的部分应该是以出席费领取为主啦，也就是说他有领取出席费才能够给他那个董事的费用哈。那目前国防工业委员会里面的那个预算里面，我看到是直接给钱，所以我们才会几个委员的提案里面都会要求把它删除，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合理的一件事情啦。谁的钱？跟委员报告，所以你认为还是要全部删除吗？报委员还是他来报告？ 我说明一下，92年七月，行政院就针对公务员兼任政府投资或转投资的这个机构哈，他捐补助财产法人或社团法人的这些董监事的职务规定，所以公务人员他兼任的话，每个人8000块，一个月不超过16000块，所以我们现在刚才跟那个中科院那个部分是一模一样的，并没有逾越这个法律的规范，所以建请委员免删除。黄定委员。那个赵伟，谢谢哈。你们把两个性质弄清楚。如果是以出席性质的，他出席费就一次最多不能超过2000了，而且还有上限。是是。你讲那个8000的是兼职的，而且兼职两个以上只能算两个，然后加总之后不超过8000，12000。另外呢，他还有16000，另外还有长兼长董的设计。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单位如果把董监事出席的性质跟一般的性质混在一起谈的话，会通通被删掉。我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国防工业发展基金啊，从以前的所谓专任9个人，兼任25人，到现在专任2个，兼任8个，而且这个兼任人员都是如果兼任我支援师的业务，从募兵、国防自主到这个一大堆，所以我觉得我了解这个，我不是跟你争辩这个，这个、我懂你们的困境嘛，你该请30个我也可以接受哈、啊，
我的意思是性质你要告诉我清楚，他如果是属于出席开会的，出席费2000或1500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是你不能把它混在一起。是，然后呢我们军职或者公务员去兼这个职务，比如我是因为我担任了某个正职，所以就一定要兼这个职务，他是半年一定去开一次会的那种职务，是就应该替国家省钱，他就是出席费而已，你编那个8000就没道理了。跟委员报告，本会啊不是以会议性质的基金会，所以他出席实际上我刚才跟蔡委员报告，一年有2次定期的会议，临时会议可以依需要来召开，但是这些这些部外的这些学者专家，还有我们兼任的委员，都是随时任何有任何状况，他都要去处理，包含法律的，包含我们的这个捐补助的。我们的董监事要处理业务跟法律、啊，他要审查，他要审查。比方说，我现在要做一个，比方说，你如果我们这样讨论下去，这个还可以开个专案讨论，他们到底负责什么部分，写了什么报告、哦？我跟委员报告哈，事实上我跟中科院一样，我们只要是公务人员兼任这个部分，完全依照行政院规定，没有做任何的预约。那么至于说民间的部分，我坦白讲，我刚才报告了，原来每个月如您所说，给他2000块的出席费，所以没有一个人要参加。开会才2块。是是，我知道，就是说你包含请他来开会，他都不愿意来，所以就我们85年。我跟那个报告主席不好意思，我跟你沟通个观念呢、啊。是预算要不要给你？我们大家可以讨论。是我意思把分清楚。了解。他是出席性质的，他要来开会，要来表决，要决定预决算什么的。这种董监事有来开会一次2000块，法有明文，是而且最高2000，你还可以给他1200嘞。是，但是他如果是你讲的，他这个董监事是有负责某一块部分的，那什么东西？那最多兼职的他有一个8000块上限等等，你把它分清楚，你编列的时候讲清楚。这里没有人会去刁难你们，因为你们是那个部分是很辛苦的事情。可是你现在混在一起讲的时候，你很容易全部都没有。我再提醒这一点了。是，这样子好不好？那个，既然委员还是有同样的怀疑了哈，是不是可以请那个我们基金会的把公职的董监事跟民间的董监事啊，他们的出席费用、兼职费用等等啊，用书面报告的方式来提列好吗？是我们是不是用附件的方式把它放在用书面报告的方式来提列。是那要提出来报告的时候，那就看那个蔡世颖委员跟王定元需不需要冻结他们的这些酬劳的资给，还是就是书面报告提过来就好了。来，那个马委员。主席，我想也补充一下哈，因为刚刚也听到执行长有提到，目前基金会的盈余大概有15亿多，就是在整个总资资金总额77亿点，有增加嘛，15亿多。基本上我们也认为，如果兼职的人的董监事，因为其实只要是官方的，不管是基金会也好，其他的组织也好，通常大概都一定有官方的代表。如果他们要承担责任，又没有办法给予一些支持，我相信其实也不太公平了。如果在整体的制度上面，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支出，还有这样的费用，我们希望基本上也要支持。因为事实上，他们这个基金会如果他有盈余，表示有些人员其实是有付出的。我想也顺带请教一下哈，我们目前因为就本席拿到的资料啦，在我们的资产明细里面，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盈余大概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么高的盈余？最主要就是定存啊、政府债啊、公司债，大部分是这样子。大部分是这样，对。就我拿到的，马委员，我先那个，因为我们那个副部长跟几位次长需要先进动了哈，所以是不是要可以让他们先走？来，副部长，还有几位需要先离开的，嘿，次长，嘿，谢谢，他要问这个，谢谢，哎，毛委员，请继续。谢谢，谢谢主席。那我想要请教的就是说，刚刚除了这些，因为据本席拿到的资料，其实我们也是很国际涡轮引擎公司，就是 iTech 很重要的一个股东，对不对？是。我们持股大概26.95%。是。就我知道的，在我们现金股利去年吗？去年分配到1200多的美金，对，1200多万美金。是，所以其实它是主是也是我们盈余的来源吗？我们这些持股、那个、没有提列吧？那个还没提列，那个没有列在我们现在目前的资产，这些都没有，没有，对，没有列入资产。因为你要实现，可是你是在资产明细表里面。我们这边是列说我们当初投资这些单位的一个金额是这样的。所以还有其他的收入，其实还是很可观的，因为它还没有实现，对。
还没有实现哦，就是我们的持股的那个。是是。那另外在这里也要请教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我们像很多融资贷款，有很多的国防工业的厂商是可以跟我们基金会贷款，有没有要不回来的？没有，都没有。其目前为止，比方说从1994年我们开始贷款，总共到现在哈，他提出申贷金额10亿，但我们核债4亿多，现在收回3亿，都没有呆账，3亿5千多都没有呆账。啊，谢谢，谢谢。那个刚刚我们还是有回来处理一下有关那个公职还有民间的这些兼职人员跟兼职费哈，还有出席费用的部分，是不是请基金会执行长这边在2周内提供详细的这个计编办法？好，那预算要先冻结吗？还是不需要？因为刚才蔡委员 也在质询的时候有讲说，比方兼任人员他们也考虑到他每个月都在做这个事嘛，都是兼任，我觉得他并没有反 对，所以我建议啊，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做书面报告，把详细的数据向委员会报告就可以了，提供书工参考，不要冻结。是，不要冻结，因为我们还是要运作嘛。王定宇委员呢，就是他们2周内把相关的这些兼职费，因为主要是有民间呐，可能你问到的是民间的部分。我们把改就照盖赵薇讲的，那我们把改成就是他的报告来再解冻，才可以好吗？书面报告到再解冻，可以吗？我把冻结两个字拿掉嘛，等你报告来我们再予以冻结嘛，这样好不好？那你还要问一下蔡委员哦，可以吗？好，那刚刚那个好像是那个吕委员，嘿，主席。刚刚我们执行长解释了我的那个提案啊，我是要删减啊，那他说我误解说他的年度执行力啊不佳的问题啊，因为未解冻而没有去执行。我讲的是你104年就执行到5成多而已，那现在我们105年，你又还要再增加这个预算，所以才希望说你在这个预算执行不佳的情况之下才删减掉2000万。所以本席还是要主张要删除这2000万了。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那事实上104年的决算还没有完成嘛，我们下个月就完成。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看到的这些委员看到这些数据啊，都是103年度的决算数，是它并不是104年。你103年的话，你的收入9000多万，支出2800多万，结余还6400万，那所以你们的预算都是有扩编的情形吗？没有扩编，鲍委员，我刚才已经报告，我们一年就是8000多万，现在是最高的水位。如果说我们不小心维持，还会往下掉。所以，我们就是为了这四大项的这个努力哈，我们尤其委托研究是我们的核心，对于国防自主是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帮助。那现在的执行率到几成？我们到目前104年，我们104年会到5583万。超过这样子是几成？这样的话就叫我们预算数差不多超过一点点。104年预算是5572万嘛，但是我们决算数大概会5583万，所以会超过一点，所以完全达成我们的计划目标。所以你还是把所有的你的预算完成的这些报告啊，是完整的报告，我们会在里面做说明。那我们就先冻结好不好？先冻结，你报告完毕再来阶段。鲍委员，这个部分建议不要冻结，因为我刚才报告，105年这些案子，我们在签约的时候已经有签约，第一季的款都已经付出去了。如果说这边冻结，怕会影响到他们请款的一个状况。那吕委员可不可以这样子，就是说他把详细的资料，你要求资料给你的时候才动之？好，可以吗？好，可以。那就是那个好，你2周内提供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哈，那并刚刚的那个所谓的那个董监事兼职酬劳这个部分，也是2周内书面报告到的时候才可以动之。好，好，好。那有关于105年度财团法人国防工业发展基金跟105年度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主管预算，也已经处理完毕，送交院会审议。请问委员会，院会审议前是否需要党团协商？不需要哈。好，那院会处理时推派一位委员，哦，对不起，吕委员，不好意思，我想针对就是我刚刚所提的2个决议案的部分，可不可以请相关单位提供书面资料给我？第几？好，24跟25。好，因为那麻烦。好，有要要求时间的吗？没有吗？一个月一个月内可以吗？好，吕委员同意哈。详细的资料。
好，谢谢。好，谢谢。好，那在处理本案的时候，院会要推派一位委员做补充说明。好 ，OK， 各位没有意见的话就，徐志荣委员。主席，我刚刚那个执行长讲的那个建议删除的，其实我们提的案子都是有原因的啦，也不能说都照执行长讲的通通免删了。至少也要三点呢，不然好像我们提的，我们也很用心在那边。删是要删的，那额度什么我们都没有意见了。好，那这个那个徐志荣委员他有特别提到你的案子是在第七页、第八页跟第九页嘛，哈。那我想我们的委员会的委员就支持，就是这三案里面你统删100万，自己回去调整好吗？好啦，100万。六七八九，执行长好啊啦，大家拢好吗？你再看一下，你再下去的话就越删越多。好。好，那各位如果没有其他的意见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散会，谢谢各位哈，也谢谢各位哈来列席的，谢谢。您那先回去 ，QRV 在楼下等您。你先送。来来，康康，你先送市长回去，我怕有事情要找我。你先让跟市长先做 QRV， 便当请他们，你跟着一起回去。没有啊，那市长那个，我们等下坐计程车都可以了。还有看到这边的。